报告委员会，登记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报告委员会，我们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本席正式宣布开会。我们拜托会场让我们开会啊！来，好，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上一次会议的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财政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0:32，中华民国105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三上午9:31至14:14，地点本院清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黄国昌委员等13人，列席委员郑天才委员等15人，列席官员105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一。财政部部长许一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瑞昌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105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三，财政部部长许一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瑞昌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赖召集委员释报。105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一，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证券交易税条例》第二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财政部官务署及所属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及保险及部分；经财政部徐部长就法案及预算案提出报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就预算案提出报告后，具有委员黄国昌等13人提出质询，经财政部徐部长、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李主任委员及相关人员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答完毕；二、委员卢秀燕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决议第一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证券交易税条例》第二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一、审查结果，照案通过。二、本案业已审查完竣，拟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惜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赖召集委员释报补充说明。第二案，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财政部官务署及所属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及保险及部分，业经行党完毕，另定以12月7日星期三继续处理，通过临时提案一案。105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三，讨论事项，继续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财政部官务署及所属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及保险及部分。决议：继续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财政部官务署及所属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及保险及部分。审查结果如下：一、财政部官务署及所属税出预算部分，第十款财政部主管，本款通过决议一项。第九项，官务署及所属烟类54亿9769万1000元，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一目，一般行政331万元，含物品50万元；一般事务会161万元，括号含基隆关公务车高速公路通行会10000元，其余16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房屋建筑养护会50万元，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会20万元，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会20万元，括号公务署本署。国内理会10万元，大陆地区理会20万元。第二目，关税业务120万元，含物品20万元，稽征业务70万元，括号含物品10万元，一般事务会50万元，其余1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查缉业务30万元，共计减列551万元，其经召列改列为54亿9218万1000元。本项提案5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6项。二、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及保险及税入税出预算部分。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202项证券期货及无列数，第203项保险及无列数，第四款财产收入，第222项证券期货及4000元照列，第223项保险及3000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220项证券期货及18万元照列，
第221项保险及8万元照列。二、税出部分第25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第三项证券期货及元类3亿2573万4千元，简列第一目一般行政75万元，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资讯服务费50万元，过之电脑耗材等5万元，设备及投资20万元。第二目证券期货市场监理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简列125万元，其已经照列改列为3亿2448万4千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3项。第四项保险及原列1亿4345万2千元，简列第一目一般行政15万元，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资讯服务费5万元，设备及投资10万元。第二目保险监理65万元，含委办会5万元，大陆地区理会及国外理会20万元，其以40万元自行调整，共计简列80万元，其已经照列改列为1亿4265万2千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2项。有关正式北税处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北审查结果调整，宣读完毕。好，报告文会。那么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开的这个会议记录有无异议？没有，我们确定啊。那么请议事人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7人拟具保险法增订第136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7人拟具保险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具保险法增订第136条之一条文草案案等3案。二、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7人拟具证券交易法增订第44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具证券交易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具证券交易法增订第44条之一条文草案案等3案。三、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7人拟具银行法增订第22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具银行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委员徐益仁等17人拟具银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具银行法增订第22条之一条文草案案等4案。四、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7人拟具期货交易法增订第56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具期货交易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具期货交易法增订第56条之一条文草案案等3案。五、审查本院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具信托业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具信托业法增订第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等2案。六、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7人拟具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增订第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具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具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增订第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等3案。七、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7人拟具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增订第5条之二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具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具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增订第5条之二条文草案案等3案。八、审查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7人拟具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增订第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委员宜婉如等16人拟具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增订部分条文草案案，及委员赖世宝等20人拟具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增订第3条之一条文草案案等3案。九、审查本院委员宜婉如等18人拟具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增订第32条之二条文草案案，宣读完毕。好，报告委员，我们来介绍现场的委员跟相关的长官了。首先介绍，从右手边开始介绍，我们这边是曾明忠委员、吴秉乐委员、余婉如委员、陈赖素美委员。那么这边左边的长官席，我们有金管会的李主委。那么金管会各局处的首长，我就不一介绍了，各位请自行参阅。中央银行的杨副总裁。杨副总裁啊，那么经济部商业司的曹科长啊，各单位介绍一下。国发会的法制协调中心的林主任林参事啊，那么以及法务部法制司的蔡检察官。好，各位我们看，我们现在啊，这个今日议程要审查本院委员所提出的有关于监理沙盒
修正草案总共25万了、那么我们按照提案的顺序啊，我们就一一的唱名给各位来做提案说明。因为今天每个人提的案子比较多，所以我们每一位的提案说明5分钟，好不好？在5分钟里面了，各位如果能够提早结束，那么我们当然这个非常感谢啊。首先请郑明忠委员来说明提案说明，请。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很清楚，整个金融科技在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它的发展正对整个传统金融产生破坏性的创新，所以每个国家都积极在推动。比如说像先进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包括英国，都非常积极推动。但是要显示说政府支持整个金融创新的发展的推动了，它的成功有两个要件：第一个要有非常大的市场；第二个，主管机关必须强力支持。台湾没有很大的市场，所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必须强力来支持，必须付出更大的心力。鉴于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跟惠宏泰委员等17人。就提出现在英国跟新加坡正在实施的监理沙盒，能够让金融科技的创新在相关消费者保护的前提之下，还在风险可控管的前提之下，能够让它做示范。不管是传统金融也好，或者新兴的科技金融科技也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这次修了保险法、银行法、证交法、期交法、投信投顾法、电子支付管理条例跟电子票证管理条例。那我的立法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给传统的金融业跟新兴的金融科技业有一个示范的一个法律基础。那我定的主要目的是让在一个企业法里面安了一个法据之后呢，授权金管会有更大的弹性去制定相关执行的细节。那也希望等一下在讨论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支持，让国内的不管是传统的金融业也好，或者新兴的金融科技产业，在台湾在主管机关的支持之下，还有在立法院的支持下，虽然台湾没有很大的市场规模，但是由于主管机关跟立法院的支持之下，可以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另外我也要利用机会跟大家报告，虽然有金融监理沙盒，但是我也要利用这机会拜托金管会要全面检讨所有的金融法规，这两者必须进行并行不悖。一方面全面检讨相关的法规，让金融机构、让传统的金融业跟非传统金融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开一个金融监理沙盒的示范的环境了，两者并行不悖。再跟大家做报告，也就是金融监理沙盒跟全面检讨法规两者必须进行不悖，才有让金融业跟传统的非传统的金融科技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现在先照顺序请余婉如委员做一半说明，也一并说明提案相关的，请。主席、各位委员，我先来说明一下沙盒的概念，因为还是我觉得很多人不是那么清楚。沙盒这个名词主要来自资讯工程，那就是说原本预要启动的一组程式，在一个虚拟跟模拟的环境里面先测试，确保它的运行无虞，不会损坏系统，才回到一个正规的一个环境里面。在那个虚拟或是模拟的环境，就是所谓的沙盒 sandbox。那我们今天谈的金融监理沙盒 Regulatory Sandbox 是来自于英国的金融产业。我们都知道这个金融科技的发展在全球非常蓬勃的成长，那英国作为一个全球的金融中心、金融国家，它有高度的监理的机制，
高度的这种金融的商品或者是市场，各种不同的周边单位。那但是他还是希望说能够推动英国成为全球一个金融科技的中心。那所以说英国在推动监理沙盒之前，事实上他有所谓的这个创新专案，就是 Project Innovate， 还有创设这个创新中心，为创新产业提供与监管对接等各种支持。那他希望能够积极融合这个创新科技还有金融业的一个汇流。那这个 Regulatory Sandbox 监理沙盒在推出之后，英国将类似的功能的部门，包含金融科技咨询小组、国家科技办公室、金融业务监理局、金融审慎监督局、英国贸易投资署等，接纳入英国发展 FinTech 的战略计划。那除了说英国之外，我们也看到新加坡跟澳洲基本上都积极的在 follow 英国的发展经验。新加坡是由金融管理局所主导，他在六月份推出了所谓的新加坡的沙盒机制，提供业界完整的一站式服务。在任何沙盒中注册的 FinTech 公司允许在事先报备的情况下，从事和目前法令有所冲突的业务，即使以后被官方终止相关业务，也不会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那我们再看澳洲，澳洲过去如果要进行金融相关的服务的话，必须向澳洲的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取得金融服务牌照 AFS。但是澳洲政府在2016年5月提出了监理沙盒的这个法案，允许 FinTech 的新创团队有6个月的时间，可以在没有申请 AFS 的情况下进行创新的服务。那我们再看大陆法系的国家，像是中国，好。然后也已经展开是否应该展开监理沙盒的内部讨论。日本则是将实验性法律修正的精神扩及金融以外的新创领域，推出产业竞争力强化法。那现在香港也推出了监理沙盒了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改变是全球的一个潮流跟趋势。那我们在谈到这个启动监理沙盒，还是要谈一下监理沙盒的这个底层的监管逻辑，强调第一个，以消费者获益为中心，并确保消费者保护，支持真正的金融创新，让监管的体制更具弹性，并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测试创新。那以及透过金融创新促进有效的市场竞争，建立监管者与创新者之间的良性关系和合作机制，以及弹性的差异化监管。那从英国、新加坡跟澳洲实施监理沙盒的设计来看，监理沙盒是公司部门高度协作、低密度监管，其目的是在促进负责任的创新，而且这个测试机制使得新创业者、既有金融业者及监理机关同时享有实验的机会，而最核心的监理利益是促进金融的普惠，确保金融服务机会因新创科技之引入而更加的平等，市场更公平的竞争。好，那所以依照这个全球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概念，我们事实上看到金融监理沙盒的几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在于，就是说推动普惠金融，然后这个提供试验安全的试验场域，促进市场的竞争，同时它改变了政府部门跟民间的互动的方式。政府不再是一个主动的管理方式，而是积极的与民间业者与消费者一起协作。因为我们知道金融科技的变化是快速的，瞬息万变的，唯有改变政府的角色，才能够在数位经济时代能够真正的推动这个数位经济的产业。所以因此我再次肯定金管会这次大步的迈出往金融科技更推一步，来支持这个金融监理沙盒的这个法案。同时我要再次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台湾不是第一个在全球推动金融监理沙盒的国家，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通过了这个法案，对台湾的新创业者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意义。它代表的是说，第一个，我们政府的这个协作方式改变了，态度改变了，同时给予新创的场域一个更大的尝试的空间。那最后我这边有一个金融科技业者的一个意见，我希望纳入国会的记录，等一下我也是交给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以上，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请赖斯堡委员做提案说明，谢谢。主席，各位先进，那么今天
小弟我本人啊也提了金融沙盒的相关的提案，那么请各位委员来支持。我们看到新政府上台之后，蔡政府呢积极来推动所谓的五大产业创新的研发计划，这里面包括有生医、绿能、智慧、国防、航太、亚洲矽谷，独独就没有金融业啊。这可见的在我们的政府里面心目中啊没有金融创新这个概念啊。也难怪我们现在今天这么多委员提了这么多法案，我们金管会一下子还用保守的心态啊一棒子全部打死了，他全部就是说我就修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就好了，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好好谈。哦，李主委，我看你是非常创新的哦，因为你来的话我看你这个非常的 open 了，不要那么还是那么保守，可以看得到我们政府根本没有把金融创新纳入他要的五大产业发展了，这第一点要说明。第二点，我的提案里面分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其实金融沙盒刚才前面两位人都提到，他就是说画一块领域，这个领域让你可以从事金融创新。简单来讲，用白话文讲是非金融业跟金融业都可以参与创新，把计划提出来，然后给你试做一段期间，这一段期间政府高度监管，政府高度监管。什么叫高度监管？你可能以前以后每个月要跟金管会报告，可能每个礼拜要跟金管会报告，叫高度监管，叫高度监管。所以它有一点类似啊，有一点类似我们这金融业的法租界啊，就这个地方啊，这一段期间啊，这一段期间它可以不受相关的法规的规范，让你去自由创新。所以第一个发起人，什么人可以发起？是金融业，包括非金融业，特别是科技业，大家都提到的网络业、网络创新，由非金融业来从事金融行业。这个大体上简单来讲，就是由非金融业的业者以及金融业者一起提出他的创新计划，政府就给他做一段的实验试做的期间，你做看看这一段时间它是属于法律豁免的或者刑法豁免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的提案里面跟其他委员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要成立一个主管机关，成立一个专案办公室，要成立一个专案办公室，要专门负责政策的协调沟通推动，而且在审查的时候需要有金融的专业跟非专业的人才一起来当这个审查委员。我的提案跟其他委员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有些委员是说我一开始申请资格我就要把你审查，我觉得不需要。我认为鼓励大家都来创新，不管你是金融业的、非金融业的，不管你是科技业的、非科技业的，台湾人才济济，台湾有的就是创新人才，鼓励他们创新，大家去想。然后呢，因为有第二阶段要真的实质审查，所以实质审查我们就成立一个 committee 来审查它，审查委员包括金融专业，包括非金融专业。那么大家都知道金融的人才特别长官们基本上的心态是比较保守的，我们了解，因为金融业是 highly regulative， 是高度管制的行业，当然要小心要谨慎。我们也不愿看到说金融沙盒 FinTech 实施之后产生的像中国大陆这样 P2P 弄一堆烂账，这个最近来看啊，这个损害啊有500多亿的这个损害啊，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叫 P2P 的叫一珠宝啊，一珠宝叫一珠宝，他打的是投资低门槛高回报，结果呢超过500亿的人民币啊，台币2500亿的损害，总共有90万人的受害的投资人，那么遍布全部中国大陆31个省市，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提出来，我们也知道，所以我的案子跟其他委员不太一样是，第一个审查这个提出申请的资格不应该限制他，任何人都可以，不要说两次审查，资格审查，这个计划也审查，直接申请计划，审查计划。第二个审查委员包括金融业跟非金融业一起来，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例如第三方支付的业者希望说那些的预付款可以去从事投资的行为，买金融商品，这个当然我们尊重相关的主管机关，
这个是有一点风险的，所以我们希望在创新跟风险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台湾我们各项都说我们是进步的国家，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也希望金管会的长官们呢，用比较开放的心胸看每一个委员的提案。今年当然全世界是英国主推，亚洲地区主要是新加坡，那么香港也在跟进，那我们希望我们台湾也很快的跟进了。我想这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的提案简要说明，也请各位指教，请各位支持，谢谢。好，谢谢赖委员。下一位请许议员委员说明。许委员不在，接着请金管会李主委回应各委员的提案，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行政机关的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奉指定来贵委员会报告，感到非常的光荣。就这个推动金融监理沙盒的事情，我想我们的对各位委员的用心，我们非常感佩。那刚才各位委员的指教，我分两部分来说明。第一部分。当然，我们的看法跟各位委员一样，这个金融科技的发展啊，这是抵挡不住的一个世界潮流。但是，金融科技的发展要怎么好好跟金融业好好结合在一起，共创双赢的局面，这也是我们所关心的啊。所以，我们的出发点跟各位委员一样，就是推动金融监理沙盒是要促进金融科技的创新，以及跟这个金融产业的双赢的发展，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的建议跟各位委员这个在立法格式上、技术上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建议是不是就选择一个修正一项跨性质的金融法律这样我们提出这样的看法有几个。想法，第一个就是从这个立法经济来考量因为各位委员大概几位委员提的法案不是要修八个法，就是七个法。那我们认为正好有一个法叫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这个法事实上是跨越的我们金融产业以及科技产业要结合的事情，那像金融业啦，那个保险业啦，还有证交业啦，还有叫期货业以及金融科技等等这些电子支付等等这些正好在这个法里面都能面面照顾到，这样假使能修一个法这样不但在时间上比较经济，而且在体力上也是比较在体力上也是比较恰当但是呢，我还是在强调，就是其实我们的想法跟各位委员是一样的。那是不是我们就在这个会上呢，在这审查会上，大家好好提出意见，一起来讨论？那我们还是会虚心的受教以上报告，敬请指教。好，谢谢李主委的提案的回应说明那我们现在另外一位最后一位提案委员到了，因为他的时间超过我们就给他两分钟好不好？来，两分钟做提案说明，请。主委、主席，还有各位在场的委员、先进还有媒体朋友，大家早安。金融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金融业的许多部分。那其实我们今天谈金融，更不要忘了后面的科技。其实 FinTech 并不只是Financial 加 Technology， 其实它更重要的是 TechFin， 就是 Technology 去 Drive Finance， 以科技驱动金融业。那科技发展对金融产品的影响和服务与日俱增那透过监管沙盒的机制，可以提供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并和现状去接轨，然后让旧有的金融产业产生更多的机会，然后也让原本这个被高度管制的产业有重新创新的可能性。
那目前金融科技的业务有P2P 的 lending， 还有这个线上的汇款和提汇的业务。那无论换钱或是汇款，过去都是以银行为主体。但是在今年数位科技的时代，还有科技进步的时代，其实这些行动和行为应该跳脱出高度被管制的这个机制，然后由科技和网络来去进行。那第二个是群众募资。那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群众募资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募资的机制。那再来的话是行动支付。那这个行动支付其实也是以手机为生活中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制。那如何让科技真正走入到这个无论是商业或是在日常生活的这个领域当中，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的监理沙盒的这个法案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金融科技的发展已经重新定义了金融业的产业范畴、业务模式和商业价值链的定位。那政府对于促进这个产业发展，还有面临监理所带来的新的挑战，我想我们要推动一个有责任式的创新，然后也希望台湾在推动金融科技，可以为台湾的新创产业开发一个新的可能性。谢谢。好，谢谢提案委员徐委员的说明。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询答，每位委员依惯例八分钟，得延长两分钟。首先，请登记第一位的吴秉睿委员发言，请。抱歉，我刚宣布补宣布，登记发言要指引时间呐、啊，这个到四点钟。谢谢，来请。主席，麻烦请金管会李主委。李主委，请。吴委员早。主委，我从今天我从媒体上看到的新闻报道，这当然里面有评论来跟你请教哈。说中国最近两年的外汇存底从4兆美元快速的萎缩到3兆1000亿美元，也就是两年间少了9000亿美元的外汇存底。那等于是少掉台湾两个 GDP 啊。那外汇存底在中国会大幅减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原有的这些资金在外逃嘛。啊，尤其是如果你预估美国如果升息之后，这样子的资金外逃的情况，合理来讲应该会加剧，因为到美国去，美国升息，它的这个用美元存放的孳息会增加，所以到美国去的这个原来从美国跑出来这些资金，或是说其他国家资金会再跑回去美国，你这样说对不对？是。那为了阻挡这样外汇存底急速减少的趋势，中国现在倒过来在管制外汇，导致欧盟商会反弹在抗议啊。这个新闻两个连接在一起，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对不起，我没有看到。好，那这个欧洲企业、欧盟商会为什么会反对？说因为已经把这个人民币啊，中国的人民币列为这个正常的外的货币，然后甚至它在货币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是他却去管制外汇，那这个目的是为了减少他的这个资金外逃。可是同一个时间啊，这样代表了中国的这个风险啊，我是个人认为在增加当中了。尤其你看看香港的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这个资金的累积跟它的膨胀幅度，它的泡沫、啊、应该是很大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台湾啊，到放宽海外有价证券投资信评等级及开放业者投资中国不动产，这样的方向好像是跟刚刚发生的这些趋势是有背道而驰。它的风险在加剧，它的资金在外逃，它的房地产泡沫有可能会破，结果我们却去放宽这个投资。你知道现在投资的金额有多少吗？哎，我要再查一下，对不起。好，全体保险业可以投资国外额度是8兆3831亿元，这是台湾的。其中可以投资中国地区的额度，包括参股投资部分是4468亿元，非参股部分的是8383亿。
105年6月底的实际投资额度分为350跟1601亿，虽然可投资的额度跟实际投资额度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你把那可投资的额度放宽，就是让这一些这个保险业啊，可以去中国投资房地产的这个金额啊增加，那会不会去投资，当然是他个案上去判断。但是你这样子的放宽，就是使得这个风险会加剧啊，有加大的危险。这个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分两方面跟委员说明哈。第一个，我想这个国际化，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或者投资市场的国际化，我想是一个世界趋势，你想抵挡也抵挡不住啊。那第二部分，刚才委员已经提到了，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那业者必须自己评估这个风险。那我们会把说到国外投资或是到大陆投资这个相关规定放宽，其实只是一个配合世界潮流一个做法。那要真正具体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做详细的评估。诸位，但是这个能够投资多少部位跟额度的总量是金管会在管制的啊。如果你这样讲说，那干脆你把这个管制的总量放宽嘛，就那就个案全部都取消嘛，那就个案去自己去监理就好了。我跟你说哈，从以前历任的金管会主委，我都问这样的问题：台湾的这些金融机构到中国投资，你们统计的数额到底是不是详实？因为这个不是只有这银行在中国开分行的问题，它子行的问题、分行的问题，然后影子银行就是所谓的这个租赁公司，还有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包括产险跟寿险，这些等等的这个金融机构到中国的曝险到底多少？这个数字的这个调查是否详实？我是觉得跟媒体的报道跟实际上提供的数字都有一段差距。好，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人要趋吉避凶啊，尤其是政府哦，会有引导的功能。如果在全世界这样子的发展趋势，很可能美国到明年就会升息嘛。那升息了之后，全世界的资金往美国走的几率是大。那中国现在就已经因为这两年资金外逃，它这两年的外汇存底两年哦减少9000亿美金哎，这个金额是这么的大。那可见现在中国资金外逃严重到中国政府必须去管制它的外汇，不准它随便离开中国，更引发了欧盟商会对中国的抗议，就是说台湾现在如果再跑过去的资金啊，将来要从中国退出来都不一定办得到。那你现在还说这个还大幅放宽说、啊、可以去，赶快去，去的东西里面没有说赶快去，说放宽说可以去，去的里面还包括泡沫最可能严重的不动产的投资的放宽，这样子的政策趋势是正确吗？你如果光是只要用一个这个跨国的投资是不能挡的，是应该是国际惯例这样的一个讲法。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我同意你的说法。那如果中国还在管制外汇，你去的钱他不一定拿得出来，将来发生问题怎么办？这个我是分两方面来说哈。这个刚才您提到保险业，当然目前我们台湾的保险业的这个总资金、啊、大概有21兆，是很多。那正巧有国内这个整个大环境跟世界大环境一样，这投资管道不是很多，所以当然会找出外走出路啊，出外走出路。不过我这边一个数字，给委员参考一下。到105年第三季为止，哈、啊，这个我们寿险业对大陆的投资是2160亿元，占整个这个业主的权益比重啊是17.8%，这个数字倒没有很偏高。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谈的是刚刚我从前提开始谈过来的嘛。好、哦，中国资金外逃严重，引发到中国去管制它的外汇。它的管制外汇就是使得中国各次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的外汇在中国的要拿出来都不容易啊、哦，因为它将来这个国家是高度政治可以去处理，它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那我现在谈的这个问题说，我做一个比喻啦，如果要
投资管道多，我宁愿他在台湾的投资管道多。你去放宽中国的投资管道多，台湾的投资管道你不检讨。我也承认保险业在台湾的投资管道是事实上是不够的、啊、你都常常逼着他们都 只能够 买这个股票啊，只能买股票，只能买债券啊。我们最近放宽了很多这个保险业回国投资的这个规定啊，比如股票还有什么，就你啊，哎，公共建设也是我们一个鼓励的部门啊。你讲这个东西，我请教你，投资的公共建设在哪里啊？投资了多少？你管道放宽了，但是事实上，他要进到公共建设来的投资，要有适当的标的嘛，也不是你讲这样这么快速。好了，这个是枝节，我现在只是要跟你讲。当国际的趋势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去放宽中国的这个不动产的投资的可能的额度啦，不是个案上面的，我觉得风险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到这个里面隐藏的危机啦。当美国升息，我认为中国的资金外逃会更加的严重，中国一定对它的外汇管制会更加的严格，到时候在中国的资金想要抽出来都很困难。所以你现在如果这个去的管道打开了，将来投资进去之后拿不回来，那个风险就发生了。虽然你跟我讲说，哦，这个2000多亿只占业主权益的17%多，哎，如果逐年的损失，这个金融市场是有信心危机，会有信心联动的。如果在中国发生了巨额的损失，你认为我们在台湾的金融机构那个波及不会很严重吗？应该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哦，所以请你要慎思这个风险。我们会提醒这个业者注意这个风险。另外，我们来内部来检讨这个额度要不要的规定要不要再检讨。好，谢谢你哦，谢谢。好，谢谢。我们下一位请黄国昌委员致辞，请。哎，麻烦有请诸位。好，诸位请。好，方委你好。哎，诸位你好。今天啊，讨论主要的法案啊，在有关于金融监理沙盒。哦，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哦。金融监理沙盒，它基本上最重要的概念啊，并不是说片面的去完全讲所谓的去管制化，而是希望让金融科技业者跟监理机关，在一个试验的时间当中，彼此之间相互磨合，那知道一方面让业者知道现在规范的状况，另外一方面让金融监理机关去检讨目前的法规，对这些金融科技业者他们在推动一些创新的产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造成障碍。所以比较好的目标设定呢，应该是说为了要让负责任的金融创新能够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目标之下，那能够去健全化整体规范啊，整个目标的设定啊，应该是啊这个样子的。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啊，刚刚很多委员提案的委员提到，不管是从英国、新加坡、澳洲，甚至到最近马来西亚、香港等等国家，开始在推动整个金融监理沙盒这样子啊的立法过程当中，他们对于整个在目标的设定上面啊，都相当的清楚。那同时也对于在申请进入金融监理沙盒的 criteria 把它设定的非常啊的明确。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事情呢、啊、是金管会如果认为金融监理沙盒这个是你们接下来要去推动的一个政策方向，为什么在今天所有的提案里面看不到金管会的版本？主委理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看法，跟这个民进党一些委员讨论过，所以你支持的版本是哪一个？就是支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今天推出来的这个版本吗？那个就是依宛如委员提出来，修正金融消费保护法32条之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目前金管会的管制态度就是以目前余婉如等委员所提出来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增订32条之二条文来当作金管会的政策立场的条文，是这样吗？是一样的。那所以你们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没有提出来版本吗？是。好，来，我问你，按照金管会的立场，你不要把责任推给余委员啊，余委员是立法机关要监督你们的、啊、
你们金管会自己版本不拿出来，还要把责任推给你们的余委员、主委，要有担当一点啊！在你们目前要让业者申请，申请的要件是什么？那个我跟黄委员讲一下了哈，这个我们是详细跟余委员还有王东章委员没有啦，你先不用跟我讲那些其他的事情啊，请你针对问题回答，诸位，我已经跟你讲过好几次了，不要再说一些有的没有的，请针对问题回答。第一个，申请的核准要件是什么？这个我们会在执法里面来定啊。那不是啊，你现在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说，我未来定执法以后再来定，你觉得要去豁免那一些法律的规范，申请的要件是不是核心的事项？如果是核心的事项，可以不在法律条文里面定，你要求本院的委员说开一张空白支票，做一个空白立法，全部的事情都授权你们主管机关定，有这种金管会吗？来，许可的要件是什么？讲出来。我们当然是要结合这个金融业和金融科技业哦，两个的需要来看。对啊，你到现在还在讲空话，你要去结合他们的需要，要保护消费者，我通通都赞成啊。讲具体的东西出来，要件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是利用资讯或网络科技，从事可辅助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资料的收集、处理、分析或供应。那又例如这个利用资讯或网络科技提升金融服务，请你不要告诉我金融科技业的定义。你们在2015年所颁布的那个公告，我有看到。现在我在问你的是，要申请进入这个 sandbox 来进行实验的许可要件是什么？请说出来。这些都可以来申请，申请的时候再来审查。那我们当然会对啊，你申请再来审查，你审查的要件是什么？主委，你到现在是在回避问题，听不懂问题，还是没有答案，所以在闪避问题？申请的要件是什么？你不知道嘛？我知道要创新、要安全这些嘛。哦，要创新、要安全，这个就是你现在跟大家讲审查的要件吗？对对，请问你写在哪里？那就是今天要审查的，是大家来来来，你把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你刚刚说金融会支持的版本拿出来看。审查的要件写着在哪里？我看了半天，我看不出来啊。什么叫做今天要讨论？你金管会这么好混哦，全部来这边讲一些空话，现在是要立法呢。那这个草案里面哈，它有规定，第一，那个申请实验的项目与程序、实验计划的审查、实验的监控，对，全部都由主管机关定嘛。对，啊，主管机关就是你们嘛。是。所以你今天来这边，就是要求本院的委员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你，所有的事情都让你回去定嘛。我现在还只有问许可的基准哦，审查的程序是什么？豁免的期间有多长？执行监理的程序是什么？消费者保护者措施是什么？指导协作的机制是什么？这些全部都是在我们讨论有关于监理沙盒里面的时候，规范当中重中之重，重中之重。你一些行政执行上面细节性的事项，授权金管会去做，我绝对赞成。但是你如果今天第一个，金管会完全不负责任，你要推动这么重大的政策，结果竟然没有你的版本，你不要把责任哦推到帮你们提案的这些委员身上，这些委员都很辛苦，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提了很多草案出来，我今天针对的对象啊只有金管会，你连这些重中之重应该有要设定一些要件，应该有要去设定具体内容法律条文的一个版本，你到现在都提不出来。主委，金管会要不要提？还是没有要提了，就按照委员的讨论为准。这个我们当时金管会的看法，透过立法委员来提，是为了这个座位的方便、哦、
没有关系啊，你要透过立法委员提，我也没意见嘛。但是问题是，你要透过立法委员提，你最起码要帮你提案的委员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啊。我在今天的草案里面都没有看到啊。不过就委员刚才指教了几项啊，这个审查程序啦、豁免期限等等等等。很多事实上是可以在行政规章里面去定的、对嘛，所以我讲的没有错嘛，你今天还是要我们的委员就开一张立法的空白支票给你嘛，这些事情你消费者保护者，你消费者保护的措施要怎么用，你在豁免的期间当中就有关于执行的机制要怎么跟业者之间去拟定出一套方案出来，怎么就业者的需求去做磋商，你到现在全部一片空白，你只有讲两句话啦。第一句话就是说立法交由委员讨论，那第二个事情是其他没有规范的事情全部交给你们金管会去做就好了。这个是一个试验环境嘛，他试验完以后还是对啊，我知道啊，是试验环境啊。那你的试验环境吼，那个环境长得什么样子，不需要规范吗？他试验完以后还是要回归到一般法律规定嘛。那 我知道试验完还会回到一般法律规定嘛，但是在你的试验空间当中设定的条件是什么，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是什么啊？我随便哦再跟你讲啦，这个是人家你要追随外国的立法力保护我国金融科技创新业者，我100%都赞同，但是我今天质询的重点，我质疑的重点就是什么？你金管会不负责任，推这么重要的政策，脑袋空空，什么都没有交出来，就要大家签一张空白支票给你，让你回去慢慢想，让你回去慢慢做。来，第一个我先问你，消费者保障的机制，你会不会要求应封 consent？ 你会不会要求应封 consent？现在有没有想法？没有，还是一样一片空白。我们回去再慢慢研议，我们回去再慢慢讨论。你会不会要求要消费者有informed consent？ 会不会？会啊，会嘛。好，怎么做？我们回去慢慢再讨论。那第二个，你会不会要求加入实验的企业必须要确保他对于参与实验的消费者所受的损害？不仅要负损害赔偿责任，而且要担保他有足够的资历可以来承担这些损害赔偿责任，你会不会要求？那第一个，我们这一个没有，你会不会要求？不是，我先来说明。我们好，没有关系，我让你说明。嘿，主席不好意思啊，你要再多给我一点时间，因为你刚也听到了，我刚问的问题他都不回答，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全部都在讲形容词。一分钟好了吧？好，一分钟好了。其实这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免除这个刑事责任。对啊。至于民事责任，我们的想法恐怕需要这个业者和这个消费者之间有一个。我现在就跟你讲了哈，你今天哈让大家看到的只有 waiver， 只有豁免现在的刑事责任。人家豁免完的是什么？人家豁免完的是还有 enforcement agreement， 就是在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相关内容他们必须要遵循的事项，还有一个执行的机制在。还有个别的指导站，你说你要保护消费者，那我就没有关系。我刚刚就请教你几个很基本的问题，你说要informed consent，那我问你第二个，你会不会要求参与实验的企业必须要承诺保证加入实验的消费者如果受损负损害赔偿责任，而且必须要提出足额担保，确保当这个损害赔偿责任发生的时候，他有资历可以赔偿？你会不会要求？这个会纳入考量。所以你现在对这个问题就是没有答案嘛？不是，我们正在好来第三个，对于所要求的参与实验的消费者，他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的退场机制，你目前的规划跟设计是什么？讲来给大家听听。你也会回去再思考嘛？是啊。今天这个就是我们在定所谓金管会这么重要，你们要推动这么重要的政策，金管会对于法案的想法，我刚才大概只有四个字啦，除了抽象的理念以外，立法里面具体规范应该有的东西，我只有四个字送给主委，就是一片空白。
你要否认也可以嘛，你要否认就先回答我刚刚问你的这些问题。这样的 你提的这些是英国的例子啦，那事实上我们也收集了新加坡，收集了澳洲，收集了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正在研究。你不要采取英国的例子，你要采取新加坡、澳洲，甚至美国国会议员在九月提到美国国会的法案，你要采取任何国家的立法例，我都没意见啦。现在我挑战的是什么？我挑战的是你监管会不仅没有版本啊，而且根本没有想法。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修法的时候再来谈哦，再来细谈。好，谢谢。我们下一位请曾明忠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麻烦请主委。主委请。曾委员好。谢谢主委。基本上我这一次的提案有关金融监理沙盒的部分呢，我是采取国外相关国家的做法，基本上授权有个立法依据之后呢，给金管会有更大的空间，在执行的时候设定你要实验的条件，还有退场的条件，还有消费者保护的情况，我基本上我是赞成给金管会更大的授权空间去做执行面的相关的考虑。其实国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子。好，所以整个细的部分呢，我们等一下在讨论法案的时候再进一步说明。诸位，面对低薪的情况，现在整个社会是，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学贷越背越多，薪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忙，但是越来越穷。请教主委，金管会面对这个低薪的情况，主委，金管会能做什么？我想，这确确实实是一个问题了。但是，金管会只能在这个，配合各部会，他在政策上要怎么去，创造就业机会，要怎么提高这个薪水。那金管会大概能协调银行在这方面给予这个资金的流通，这个是协助的部分。另外我要给你报告了，现在是上市上柜加起来是1604家，台湾地区上市上柜是国内最有竞争力也最有能力调薪的公司啊。请教您，过去一年里面上市公司跟上柜公司调薪的比例有没有资料？调薪的幅度多少？局长，可不可以说明？好，局长你说明。委员，就是104年的员工福利费用比103年增加了545亿，那增加的比率是3.9%。所以上市上柜整个员工福利大概调了将近4%左右，对不对？是。好，另外我们来看看现在薪资的条件，你看3万元以下的，依照主计处的公布，3万元以下的日常薪资占38%，月薪不到4万块的占68%，大学毕业生平均薪资啊只有28K， 倒退了16年的情况。来，我们往下看。这个刚刚是国内的情况，现在接着是国际上的比较。假设用西元2000年当基准，你看台湾的整个薪资的指数，从2000年的100一路往下降到2013年的95.5%，再降薪。来看看亚洲，从100成长到218%，也就是亚洲平均薪资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调整了1倍以上了。全球最后一栏来看，全球也有123%，台湾的薪资在国际上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导致人才大量的外移。依照调查，台湾地区20岁到35岁的年轻朋友，有62%愿意出国工作。那为什么？
因为89%认为台湾的起薪太低，76%认为台湾的发展机会太少。那另外依照 OECD 的调查，台湾高科技的人才外移比例高达60%，世界上最高。第二名是多少？50%，印度。来，我们往下看。那你看，老板从过去一九九一年的时候，分给员工的部分还有超过50%，到2014年不到44%，也就是盈余里边员工分到了越来越少，所以导致薪资没有大幅成长，最重要原因。面对这个情况，我在上个月的15号，非常谢谢贵买跟证交所的协助，我公布了上市贵公司104年的平均福利的排序的情况。为什么？我希望鼓励企业多雇用员工，能够促进就业人数。这里面特别要利用机会提出来报告，尤其是台积电，在台湾地区有超过40,000以上的员工，平均每人福利超过200万。所以我要利用机会对台积电对台湾的社会贡献表达敬佩之意。好，我来往下看。我的公布里面上市的部分，第一名是宏准，第二名是和泰，第三名是联发科技，这是上市公司。上柜的部分包括浩鼎、耀华医药跟经验，但是我公布之后了，浩鼎竟然发布新闻稿说我的数字不正确，其实数字都非常的正确，它是平均福利，包括它的员工的认股权，所以它浩鼎平均是630万，当然假如薪资是127万，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各位各主委，好，金管会过去的也公布了证交所的高薪指数100，另外贵买也公布了就业指数88指数。我要请教主委，金管会能为台湾的基薪情况做什么事情？你刚刚讲的是其他的措施，我都赞成，但是就金管会您能够影响到的，您能够采行的措施，金管会你能做什么？这样，我们会请这个公司治理的时候加重这个社会企业社会责任，然后对加重对员工的员工的照顾。好，只有这样子吗？请教主委，你敢不敢公布上市上柜公司的平均薪资？可以不可以公布？依法能不能公布？可不可以公布？大概目前跟业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再来协商。不需要达成共识，因为那是股市观测站的公开资料。诸位，我都可以公布，金管会敢不敢公布？我们来研究一下啊。可以不要研究吗？我都公布了，我办公室上个月就公布了，我已经坐在前面。主委，三个月内公布可以不可以？当然哈，这个要考虑它的效果了哈。效果公布了，很好啊。不是，这样会不会引起这个劳工在各公司之间的去比较，而且引致这个更大的劳资的对立？这样不会，不会，我带动良性的循环。带动联系，我公布了，我已经公布了，11月15号就公布了，只是我的公布跟那好，诸位，我们也许可以考虑把好的典范公布出来，让大家学习。那能不能这样子？我的要求，公布，你请证交所公布，跟柜买公布，你不要直接金管会公布，你能不能公布？
前上市前五十名，上柜前五十名，这样总可以吧？我跟交易所和柜板中心来协调一下。主委，你交代就可以了。你看，我都敢公布，你请我当然应该尊重他们啦，因为 是他们的职责范围。主委不行，我都敢公布，我已经您刚刚讲，我也尊重你的意见了。公布前五十名，后面嘛，以后再说。我本来还公布后五十名，那前五十名的部分，因为这是公开资讯呢。好像目前已经有一个数字是，全国百大的幸福企业，这也是一个指标嘛。那个不一样，诸位，没问题吧？我来跟交易所和柜板中心，协调一下，协商一下。所以基本上你是赞成。我是赞成，但是好执行要他们执行、啊、没错、好不好？三个月内公布前上市上柜前五十名的公司的薪资水准。好，没问题啦。我们先上结果会跟曾委员说，我都已经敢公布了，也没有后遗症，公布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希望那第一年公布前五十名，明年公布后五十名。希望朝这个方向，那我也赞成。万一你后五十名不公布他的去世白话，其实也可以。我这一次也公布后五十名，只是去世白话了。希望逐步来，因为主委，台湾低薪呐、这么严重了、你要基于金管会的相关立场，希望能够尽金管会能够尽的洪荒之力了。主委，没问题吧？哦，这个可以，我们来。好，谢谢。啊，接下来请赖世葆委员质询。主席，这各位先进，我们请一下主委好吗？李主委，请。赖委员你好。主委你好。我们今天这个 Sandbox 啊，大家都关注了哦。行政院这种呀鸵鸟的做法，令人家没办法苟同啊。大家都开大门走大路，委员们很早就提案了，曾委员最早最久就提案了。行政院你要推你的版本，你要通通否决也没有意见。你好歹你提出一个正式开大门走大路，经过行政院会的版本，结果不是啊。你偷偷走小门，你请个立委帮你提案，弄好了请立委帮你提案，丢脸到家、对不对？金管会这么大的事情，你一点立场都没有，被人家讲得哑口无言，到现在为止真的是脑袋空空。这个东西啊，我们看得很难过啊。一个金管会主委，我在前几天在跟你讹了，讲你的表现还开明哦，什么等等的，碰到案子全部收回去了，全部是财政部的调调，就是哦，保守保守再保守，关门关门再关门，然后你通通不要你们，就是要一个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你这样子的话，会可以立法可以这样立吗？一竿子就这样子把其他的通纳进来，刚好那个部没有人这样部的啦，你也知道这样子，所以你不敢提啊，不敢经过行政院会啊，你就用委员来提啊，出了问题人家骂他而已啊，骂提案委员啊，不会骂你啊，对不对？你说这跟我都没关系，人不是我台的，是不是？有功劳都你的，这个版本里面内容都我的，好的话都你的，不好的话通通是委员的，刚好人安呢？赖委员严重的啦，我们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事实就如此啊，不是这样的啦，不是这样，为什么？请问张委员提案到现在已经提了多久了？两个月以上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弄行政院经过行政院会？这么大的事情，对不对？又不是其他什么真理法案，你嘴巴讲都讲一套说，说鼓励开放哦鼓励创新哦好哎，对不对？然后你的版本通通不好，太垮、注水有够坏啊！金姐，不会啦，行政院也公开支持过这个版本。为什么不经过一个行政院版本呢？那这么难吗？那时间来不及啊！什么来不及？请问政委呢？提多久了？三个月了。两三个月提了这么久了，怎么来不及？人家提这个东西，你就赶快来对策。到现在为止，难怪人家问题都不对策嘛，对不对？当然，你刚才忘了讲一句话了，那时候我不是主委啊。你这样讲反而更好啊，
对不对？那时候你怎么讲不更好吗？你上好前任主委不是更好？是不是？不应该这样的，这个、啊、不应该这样。好，这个机关是延续的啦。是的啦，机关的是延续的。这个主委啊、嗯，这一点呢、啊，下一句我刚看了一下那个即时新闻啊，你的讲话就比较像个主委啦，啊、哦，股市交易量不好，还在怪前朝施进局，你应该跟他叫他说嘛，工会可怎么着嘞？哦，就算正所税是股市没有量的元凶了哈、哦，这个命题对啊，假如对啊、哦，他也被枪毙了，他也被斩首示众了，啊，尸首还挂在午门好几回啊，斩首示众挂起来挂在午门那里，也挂了好几回啊，啊，大家拢拢死啊，啊，国民党也因此付出这么惨痛教训呐、啊，对不对？政权全部丢掉了，行政权没有了，立法权没有了，啊，这样代价都已经付出来了。还在怪，我觉得对不对？还在怪。我觉得施主委发言的，对不对？重点不是在怪前朝，而是就事论事，把这个增交税的对整个股市的影响的事实点出来。对不对？怪媒体，媒体不应该乱写断章取义，还让媒体害，是不是？我这样讲没错。这个元凶前台万死，抓来枪毙，斩首示众，巡街示众，绕街。然后尸首挂在午门，不是啦，那施主委应该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啊，因为我孤独肯定恶了，你现在拉回来了，你要听他哦。你刚才说啊、哦，我们现在看怎么样比较重要，政权交给你们半年啦，对不对？交给民进党政府半年了，没事莫嫌厝边啦，哎，对不对？没要塞船嫌客湾啦。哎，这句话讲得真好了，没要塞准航 K 弯了，哎呀，这个弯了、啊，这个弯了、啊、太弯了，我没办法开，开不过去，一直撞，对不对？不能这样子啊！这个政权交给你们半年了，一切就是量怎么出来啊？针对问题啊，他提了五大，我看他提了五个药方，我不知道有没有背书了，看起来就是 piecemeal， 就是片段式的，没有整体，那个东西没有。你说大户不回来，想办法让他回来呀、啊？啊，不是，我们一直鼓励，哎，法人占的比重太高，奇怪，我们不是希望跟美国一样吗？我们希望法人机构越多越好，股市安定吗？哎，看拢无啊，对不对？你认同他的五个药方吗？请问？我想施主委有他的专业啦，他的看法当然是解决你都不知道，因为他差一点接你的位置啊，我们都知道啊，所以你又不敢批评他、啊。就事论事，主委，你应该跟他讲，开什么药方你要经过我，我是主委啊，啊叫我给你报告啊。没有交易所。虽然他以前是政务委员呐、啊，对不对？官当很大，我知道他在绿营当中这个心目中，我们当然要排个时间请他来了。对不对？他这个话讲太多了，对不对？我觉得他的这些话应该是你来讲，难道不是吗？你今天难道没有被篡位的感觉吗？没有啦，没有，没有啦。哎，我都替你叫屈哦。我都替你叫屈哦。前面的委员说你脑袋空空，后面的委员说你被人家篡位，然后你都点点，谁在让啊？随便你啊，对不对？反正好官自我为之啊，这样今天还在位就好了。那个我对施主委很了解，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敬重的人。另外，公谊和私交，我们都很好，我们都有哈、哦，是吧、嗯？都有。所以他讲的你大胆全说嘛。啊，刚才我看即时新闻，给你讹了，那你是欺骗我们这些善良的媒体小姐先生们呐、啊嗯？没有、啊，欺骗他们呐、啊！你跟他说啊、哦，不要怪这个，你说要主要是要量，要看未来量怎么弄。对不对？要看未来，因为政权交给你们半年了，该有办法也就办法出来了，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你们财经政策是什么？除了加税、加税、加税再加税啊！我想澄清的是，施主委并不是说在特别指啊指责哪一个人，对不对？他的原意应该是这样，是嘛？所以我说错，该指责的是媒体嘛，的媒体软下，人家不是那个重点嘛，对不对？后面媒体写错了嘛，你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没有看到媒体写错的报道。啊，标题你 Google 写的看，哦，两边交锋，对不对？好，二老，我看你也答不出来了，这里面该小心哦，你快被篡位了。好，请回吧。我们请一下那个央行的杨副总裁来，请。
啊，赖委员早。我请教你哦，是台币最近一直贬哦，然后看那个川普现在在戳中国大陆哦，是，然后他整个在这个完全生意人在这个要 play 哦，看起来第一个是不是美国很快要升息？第二个台币要续贬吗？问你这个问题。回啊那委员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Fed 是不是会升息哈？就说根据目前哈，根据目前呐、啊、市场的一个 price 哈的 pricing 哈，它已经都是反映说是十二月要升息。十二月确定十二月要升息，那、就是啊、台湾的因应呢？我们会不会跟进？那当然了、啊，就是说它升息的时候，所以呢，也就是说，包括就是说对川普政策大家的一个预期呢，它的一个政策如果说会付之实施的时候呢，那么它会通货膨胀。因为目前呢，美国已经是要接近了充分就业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它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果说再下去的话呢，恐怕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目前呢殖利率呢都上升的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十二月几乎确定要升息、是，好像是几乎。那、我们台湾台币怎么跟进，还是怎么样因应？上一次呢，委员在这边咨询的时候呢，我也就是也回答，就是说哈、就是说川普是当选以后啊，市场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都认为就是说他会扩张性的财政，所以呢利息上升，所以外资就会出去，那台币呢就是以到目前为止呢，它还算是贬值的。那全球的新兴国家呢，大部分都是贬值。我们的贬值比例有没有比别的国家高？是不会的。我们的贬值呢，基本上呢，我们的新台币呢，相对的都是稳定的。虽然我们是在贬值，但是我们是相对稳定的。就是、我们是稳定当中继续贬。这个继续贬，这个是很难说了哈、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这样从你的话里面下一句就是稳定当中继续贬。汇率呢，还是原则是由市场供需来决定的哈。那当然了，目前呢，因为就是说外资在我们的股市呢，它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它的动态呢会影响很重要。现在外资有继续撤吗？据我了解呢，从年初到十月份的时候，我们是净流入的，那十一月以后到目前是流出，但是呢，整年来讲的话，以跟亚洲国家来比较，我们外资呢在台湾呢还是净流入。十一月、十二月净流出多少？是流大概流出多少？这个是那个这个呢，这个政企局他会公布这个数据。很多吗？如果但是呢，显著哦。但是呢，相较跟整年来比较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净流入的。我刚刚也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跟亚洲其他的国家来比较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净流入的金额还是比较大，所以看起来我们也有升息的空间。这个就是由那个理监事会来决定。好，谢谢。是。主席，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邀请李竹伟，我邀请杨副总裁，我邀请经济部今天有一位科长曹科长，还有经济部的长官，请国发会的林参事，还有法务部法制司的蔡检察官。好，法务部的长官来，都一起来，几位都一起。各位首长长，我首先请教一下杨副总裁哈，我们今天在审查金融监理沙盒，当然不只要鼓励民间金融能够创新，政府自己本身也很重要。如果政府自己食古不化的话，那也没有用。那譬如说，像瑞典他们的行动支付已经高达80%，瑞典最近甚至在试验，他们的央行在试验无纸币计划。那另外韩国呢，打算从2020年开始达到无硬币社会，所以呢，从明年开始，在一个月啊，他们要把这个余额，就是大家不要用零钱，他们在试办这个计划。那我手上呢拿到的呢，这个是 7-Eleven 我自己的哈，
余额卡，我买了付了100块钱，那如果我不找零的话，他就给我一个余额卡哈。那所以我不晓得我们的央行有没有与时俱进，在金融监理沙盒带头示范，你们最近会不会推出譬如说无纸币无硬币，至少无硬币，因为大家硬币带的也很重，然后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包括商店都开始实施无硬币计划等等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打算啊？报告委员事实上呢，中央银行事实上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推广了一个我们叫做电子票证零钱加值服务，就刚刚在委员的这个哈这个卡片可以就是说把那个零钱的把它输进去，这个是事实上是我们中央银行推动的。对，我知道，但是你知道，因为很多的企业大大小小不一样，那有的他自己没有能力去做金融的这种支付啊，是。所以我的意思说，央行自己要不要发一个，譬如说这个零钱，然后零钱卡之类的哈，取代我们现在流通的在外面的零钱，因为我们也常常去参观过，央行有个中央铸币厂。铸币厂，那可是呢，使用零钱现在也蛮落伍的，所以央行自己会不会发行一个，就是这个无零零钱卡，那取代这个零钱？包委员哈，刚刚呢讲到了，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事实上呢，四大超商不只是说是 Seven Eleven， 事实上四大超商呢都可以，这个就是我们推的啊。摊商的摊商哪有能力发行余额卡？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央行自己，你卖公把狼了，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就像韩国的央行，他已经开始，他也在做这个金融沙盒啊，他也在做这样的实验呢。那我再问你，是对，没有就你就说没有就好啦。当然，我们基本上哈，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在就是说哈，我们金融的一个创新哦，包括就是说央行要不要来发行这个电子货币的时候啊，事实上呢，这个在在那个在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考虑到哦，我们那时候也有考虑，就是说哎，中央银行是不是要来发行电子货币哦？但是呢，后来呢，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也许会影响到民间的金融的创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观察其他。你做你的，他民间做民间的，你为什么会影响民间的金融创新？会。所以呢，韩国所以你说韩国推无硬币社会，韩国会影响他们民间的创新吗？不是。但是呢，他这个的时候也是由民间来做的哦，这个 T-Money 也是由民间来做的哦。对，但是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准备发一个零钱卡？没有，没有就讲没有就好了没有哈。当然，就是我们看到呀，是。好，我下一题请你准备了哈，快过年了，你们今年的新钞准备计划怎么样？那我先问一下这个，李主委哈，李主委，今天我相信法案会通过，因为朝野委员的共识蛮高的哈。那你预估，如果今天法案通过以后，那哪些金融创新会申请试验？那使用金融监理沙盒，你预估你总是当主管的，你没有自己提出版本来，那你至少要有个概念嘛哈。第二个，如果他来申请审查的话，要多久时间？不要像那个大陆大妈买台股，以拖代变，审了半天，要审到后来就不见了。所以哪些金融创新会来申请实验？第二个呢，你们有没有自我要求，每个审查多久时间要让他上路去实验？这样哈，昨天我正好遇到一个业者，他已经有他们公司啊，已经有具体的想法啊，而且什么样的项目呢？一个他就是金融科技的啊，要怎么跟证券业怎么结合在一起，他有基本的想法，又譬如这个。我知道我们的另外一个业者就是说票券业票券业怎么能 P2P 这个结合，这个目前他们都有在构想，就积极在研究，所以民间的确是跃跃欲试就是了。对，你所接触到的哈。那所以你们的审查，所以你们的行政作业，当然我们看英国的例子是最少3个月了
所以你们预所以大概三个月，如果准就准，不准就不准，大概三个月行政作业。也许说，当然这要看个案了，有的家事很复杂，必须长一点的时间。对，不准至少你要告诉人家半红蛋，所以你最短、最快或最久要给人家多久时间？你要给人家一个答案。我们把它列为一个努力的目标了。三个月。是希望是这样。好，谢谢哈。那如果说这个百花齐放，大家跃跃欲试的话，你预估今天法案通过的话，很可能这个年底就会这个三读通过的话，明年就可以开办。那预估明年一整年大概会有多少的申请个案？会不会超过十件，突破个位数？这样啊，那个预估多少有多少件数，那么目前我们没有办法预估了哈。那这个我们会很快积极的定相关的执法，好。那刚才就是说我们都没有什么想法，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了，好。因为一般立法的通例就是无法定一个，尤其是行政法规啊，无法定一个原则性规定，其他授权由这个行政机关来定。那我们的局处正在积极研究这一方面的执法。没关系啦，我看你很不服气，你对于那个黄国昌委员，对于这个赖世葆委员，对于郑明忠委员的指教，你很不服气。没关系，你待会审查法案的时候，你再好好的说明一下。应该没有不服气的，这个就我曾委员就在那边嘛，我对你有不服气的表现吗？没有嘛，没有了。好，接下来我为什么请这么多首长上台哈？因为再过半个月就要过新历年了哈。那每年呢，我们的民众对于明年都会有个展望，那对于现在的社会状况会有个评估，所以呢，有些媒体他会举票选一个字，代表他对于现在的社会现况，或者是明年的一个期望。所以呢，我要请李主委选一个字。你对，如果你要选一个2017代表字的话，你会选什么字？一定要说吗？就什么不能说？这是国家秘密吗？我一个升，提升的升。提升的升啊，那你的意思是？各方面，我们国家的各种产业都提升。好，谢。那杨副总裁。我想我们今天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金融科技、金融创新，所以呢，我想呢，如果要我来想的话，我选新，对，新气象，谢谢代表新气象。那个经济部的这个曹科长呢？科长是很重要的一个中间官员呢、所以不是只有部长才可以讲话，所以我要特别请你上台。身为一个政府中间的官员，你会选什么样的字？我选创造的创。创字，好。那这个国发会的这个林参事呢？是委员好，那个我也选新，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国发会推很多法案，像人才重要那一部分，我希望说在法案到时候能够很顺利的推动，对，所以选新。然后这个法务部，等一下，法务部的这个蔡检察官呢？我觉得话，我的话的话，应该会选安，希望明年的话，大家都可以更安心、安全、安定的过生活。所以你对于那个食安问题，会有很有感受，是不是？还有那个加牛含瘦肉精进来，这段时间是不是造成你很不安？所以你会希望安。然后社会的这段时间动荡不安，大家不断的上街头，那个蔡检察官，你是会觉得很不安，所以你会希望选个安字。对于检察官来讲，民众的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所以应该我们是觉得。那你怕不怕日本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进口？这个可能要大众一起讨论。好，谢谢哈。我会选什么？我说，我本来是想选诈或骗呢、说现在这个政府哈，你看上来以来不断诈不断骗，本来说反核，结果要开放日本那个核灾区食品进口，那本来说要周休二日，结果现在变成变相什么一例一休，根本也不是周休二日，本来说要七天假，一大堆民进党委员联署要七天假，结果呢自己昨天都举手说反七天假。那譬如说反说要维护食安，结果我们民进党政府一上来就开放含瘦肉精的加拿大牛进口，接下来可能还有美猪等等之类的哈。那所以呢，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法夹弯的政府，所以我会选弯字。为什么呢？弯，现在的政府的确是法夹弯，但是我们小市民总是期待希望政府
能够转弯啊，不要再法夹弯了啊。那希望大家那弯看弯到哪里去，也可以弯到好，也可以弯到不好去啊。那我们正在中华民国的分岔口，在这个转弯的节骨点，如果转得好，我们国家有救，人民有希望。如果转不好法家湾的话，那人民就惨了哈，国家就向下沉沦，所以我会选这个字哈。最后三十秒哈，我请教一下那个李主委，这个施俊吉啊，他不是你的后辈啊，他我的消息刚好相反，他是本来是金管会的主委啊，是因为他不想当，因为证交所的这个所长不用来被董事长不用那么长来备询，第二个薪水高太待遇好太多了，他不来才轮到你啊，他今天在给你做行政指导啊，啊，行政指导说股票不好，按照旧台股，你在这边备询那么多次，他认为你都讲不出所以然来啊，所以他现在在给你开三个药方，请问你对这三个药方都接受吗？我想公务员要做事情不是只有考虑待遇了，我想实质委会在那个位置上也不是说那边钱多了，那至于我必须再公开说明，我和他的公务和私交已经恐怕有20年以上，所以非常的好啊。他不可能在对我说三道四的，也许是就事论事，因为我还没看到那个报道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形容。我现在哪给你看？你们看报道，我现在给你看呢、啊。就是因为他觉得你当金管会的主委到现在台股都没搞好、哦、所以他现在给你开药方、哦、你不是家属，他觉得你是病患，你晓得吗？没有，所以他觉得现在台股情形很严重、所以呢、他觉得你没做好才给你开药方。老实讲，这个工作谁要做？金管会主委要做了、轮不到证交所的所长来开药方、证交所董事长、结果呢他现在可以开药方，你有什么感想啊？是天经地义，是证交所、董事长的职责嘛、啊、不然证交所董事长兼金管会主委就好了、啊、国家还可以省一份薪水，不用请你啊，还是要分工啊，还是要分工，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啊、唯唯诺诺，你现在呢本末倒置，你不但没有办法监理证交所，你要监理他，结果现在还接受他行政指导、事实上他的意见早就跟我谈过了，所以他发表这个是得到你的授权，得到你同意、哦、那不必的，他就他的职务他要发表这个意见，那所以以你们公交私谊话，你对他这三点是欣然同意吗？我尊重他的看法，尊重、那你会按照他的行政指导去往前迈进吗？他不叫行政指导吧，他应该是公开的建议吧。那他是不是把台股把你当病人？不是啦，不然他开什么药方呢？啊，那他本来工作上就是派天就是要提这些建议。公药方进派天，其实已经甄别了，现在台股情况不好，金管会没有作为，好，所以你自己要想想看，你自己可以阿 Q 说没关系，我不在乎，我跟他私交很好，所以没关系。可是呢？用这样的字眼，其实我觉得对你、对金管会、对台股都是很大伤害。你自己想想看呢、啊。好，谢谢哈。我们现在请余婉如委员质询，魏永委员质询完，我们休息10分钟。谢谢。主席好啊，有请李主委。好，李主委请。余婉如你好。主委好，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就说。是不是这个施俊吉跟你开药方好像有一些误会嘛？他好像是在一个这个论坛上面做专题演讲，所以被截录下来嘛？其实他建议的几点，在上个礼拜你也都去找财政部部长谈过了嘛？是不是？是。对哈、所以是这样子嘛？那我刚刚听有些委员就是提到，就说你脑袋空空啦，或者是说这个我们今天审的这个建立沙盒法案是开个空白支票给这个金管会哈，我觉得有些误解啦，所以我想先问一下这个主委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什么时候上任的？10月27号。10月27号，今天是几号？今天12月7号，12月8号吧。12月8号哈，你看短短的一个多月，好，马上就这个提了一个这个案哈，然后来让我们这些委员提案都可以进入讨论，这个速度是快的吧？事实上，
光要不要立法，我们内部就有充分的讨论。对呀、啊，其实讨论都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嘛，哈。那再来就说哈，有人误会是说哈，你是不想经过行政院的程序哈，然后就要我帮你背书啦，哦，这样我也很冤枉，真的很冤枉哈。这个有包背的、啊，行政院知道嘛，对不对？知道啊，那个发言人都公开支持啊。是啊，行政院都知道嘛，不然我也不敢给你签啊，啊对不对？是是好、啊，那另外我再问你哈，你们现在这个金融监理沙盒是不是内部做过许多的，就是蛮多的研究，有看了哪些国家的一些方案？我们通常已经收集了像英国啦、新加坡啦、泰国不知道有没有，但加拿大我知道有。是，还有那个都在密切观察嘛，哈、哦。在今天没有提出监理沙盒草案之前，金管会对金融科技有做了哪一些措施？对不起，请你再说明。在今天没有提出这个草案嘛，因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法案嘛，哦、金管会有没有对于金融科技做出哪一些的政策措施？我们现在内部成立一个金融科技办公室。是。哦，然后金融科技办公室还有做哪一些 project 吗？我们有在政策白皮书里面提出这种构想。政策白皮书提出还有嘞？也有推动计划。推动计划是不是还有个金融科技的这个基地嘛？对不对？是。哦，事情还蛮多的。上个会期还有什么十场的公听会嘛？在暑假的时间嘛，休会的时间嘛，对，我都有参加嘛，哈。谢谢。所以今天提出这个法案不是无中生有吧？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那我想问一下诸位，这个法案我们既然叫做沙盒，它到底这个沙盒的边是什么意义？这个沙盒的边是什么意义？就是提供一个框是什么意义啊？这个沙盒的框啦，哦，既然是沙盒嘛，我们想象它是虚拟的嘛，或是一个试验场域，这个框是什么意义？就是诸位清不清楚？给业者一段时间哈、哦，就他们的构想，想发展金融科技的构想是。但是他们要在这个框下面，在一个这个没有法律规范的，就是比较松的方式，让他们去试验嘛，对不对？这个其实是一个保护的场所了。保护的场所，这个框其实就是三个主要的，一个就是说资讯安全，我们不能够缺席，消费者保护一定要做到，还有隐私权的保护一定要做到，这个是监理沙盒的框，不然它不叫监理沙盒啦，好，主委是了解的嘛？是。那再来就说，好，我们这到底是不是空白支票？到底法规要不要定得很死？好，今天我这监理沙盒的法，我要定得很死吗？主委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这种发展是日新月异哈。照英国的讲法，它是叫有无限的空间。是。但是有这个。是，主委，我提醒一下，监理沙盒，我们就是要创新。对，我们台湾不缺法啦，这种不缺法啦，哈。你哪一个产业你要创新都被法规绑死了啦。监理沙盒就是要能够让这个法规吼松绑，让新创能够在里面发展，对不对？对，因为这种事一定是日新月异，你就是定在法里面，好把。定死了就不用玩了嘛，我不缺法嘛，你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我有嘛，所以、那個、你要银行法我有嘛，对不对？对对对，那行政规章我们是要修是比较灵活嘛，比較 对，所以要灵活。主委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哈，那我再问主委，你在看这些国家哈，不管是新加坡啦、澳洲的做法哈、嗯，他们都这个监理沙盒的这样子的一个草案哈，或是一个法规出来之后、嗯，接下来他们怎么做？他们就给他一个实验期间，实验期间嘛，实验完了以后，譬如我看到英国的例子，嗯、他们即使在实验期间，那个对消费者的保护，在这个沙盒里面和沙盒外面是一样的，是这也是重视消费者保护。对，那其他的做法，其实我们通常分工，这个正分工在研究各国的做法，那我们马上其实。啊、我们不必等法案通过，我们已经内部在开会。事实上，你们已经开会，已经在做了嘛？是。而且之前就有所谓的 pilot program 嘛，你们都有 guideline 嘛，对不对？对。是不是有 guideline？ 有嘛？哈。只是原来照那个 pilot program， 它只有对金融业开放嘛，是不想没有对科技业开放。不想立法了，是不想。是。那后来我们同仁。大家研究的结果是改变要用立法的方式。对，而且我要再跟主委提醒，要支持创新，要让新创能有呼吸的空间，不是用法规把他们定死。是。重点是说，我们的原则出来之后，是用什么来领导？是用 guideline。对。
指导原则来理待指导。在以台湾的成文法规里面，如果我没有法源的出处，我怎么能够定行政规则呢？我怎么能做政策指导呢？不行嘛。所以我们今天才要定这个监理沙盒法规，不是吗？其实这种在比较行政的比较专业的行政法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没错哈。那我这边手上，事实上我这边有新加坡的，有英国的监理沙盒的 guideline。我再次提醒，他们不是好把它入法，而是用一个指导方针。好，因为我们在鼓励创新，鼓励新创，必须要有弹性。重点是说，我进了沙盒之后，我出沙盒这个法规，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协作检讨、滚动式修正，是吧？是好，我这边再提醒主委，金融科技的产业已经连续四年成为全球投资金额最大的产业。自2008年到2015年，七年内的投资在金融科技的金额成长了42倍。好，光是今年第一季，金融科技业便有211件获得高达50亿美元的创业资金。预估2016年全年全球 FinTech 投资金额成长可以达到57%。好，所以说对于台湾现在这个闷经济来讲，我们其实真的需要让这样的一个创新机会能够探出头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台湾企业的特色，一个是中小企业，另外中小企业里面其实创意很多，创意很多，而且科技也很厉害，对不对？对，那所以要给他们一个场所去试验。是，所以其实台湾的未来就在你们的手上啦，是哦。这个金融科技一旦打开，所有相关的产业都可以提升，可以发展。但是在这个鼓励你们的这个之余，我也要举一个例子，让这个主委了解未来的发展。在金融海啸后，英国在2010年起大幅修改金融监理的法令，原有的金融监理单位 FSA 被认为过度保护金融机构，好，了解哈，而疏于照顾民众的权益。我们今天在这边争取金融科技，就是希望普惠金融的推动，金融民主化的推动，让银行不愿意做的业务都有可能去服务到更需要的人，对不对？好，那在2012年的时候，因为 FSA 过度保护银行的权益，被一拆为二，成为审慎监管局，好 PRA 跟金融行为监管局，就是 FCA 哈。前者依然负责金融机构的监理，后者则负责为进行金融行为的机构授权，包括金融跟非金融的机构，主要目的就是提倡争议，提倡竞争。所以讲这么多啦，主要还是强调金管会作为台湾的金融事业的主管机关，不是只有监管，还要鼓励提倡公平的竞争，市场的公平竞争，这两个角色一定要扮演好。正好 AOCA 下面一个消费者保护中心的那个主管，是正好上个礼拜有来访问我们。对，所以多交流哈，是了解你们的这个真正的功能是什么。是，好，谢谢诸位。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好，报告委员，我们继续开会。我们请王龙章委员执行。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是不是能麻烦先请主委？啊，李主委请。王委你好。哎，主委好。好。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监理沙盒在这个部分，事实上，我想在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啊，事实上相关的讨论啊，哦，就座谈会啊、公听会啊等等的这个部分已经开过很多场。好，是我们金管会也这里面，无论是我们金管会开的，或者就是说是委员，还有就是说关心的，就是说新创业界等等，在这个部分都有了很多的讨论。我想要主委哦，就是说监理沙盒的这一个部分的做法上面哈。哦，还有就是说它的范围执行的在哪一些的行业里面的话，这个部分的话目前有一个一致性的原则了吗？就是说在各国在推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好，我们今天也看到哈，就是说那委员应该要修八个法，好，就是在八种的法规，其实那些法规也就是八种不同的行业，那也有七个的部分，所以大家对于就是说那个范围哈，那有委员认为只要修一个法，好，徐委员的这个部分，就可以来执行这样子的工作。这个部分的话，无论就是在国内的看法是不同的，那在国际上面来讲的话，有一致性的这样子的做法，好，或者是范围这样子已经出来了吗？当然，各国的这个。他们的政策目的事实上都相当一致，也就是跟今天我们想推的是一样的想法，就是提供一个空间。我不会这样子请问，就是说在国际上面的话，无论走在前面，或者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们发现它的就是说重要性，那然后也要在这个部分的话开始努力，然后做相关的就是说推动，凭借着就是说我们在科技。跟金融上面的专业要来做，但是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还没有一个一致性的做法，就是如果做监理沙盒，然后要怎么做，那要如何来进行？好，在这个部分的话，在国际上面并没有，应该观念是一致，但是各国有各国不同的做法不一样嘛。然后重点发展的这个部分，跟他原来擅长的这个部分来做，就是说结合也是不同的嘛。对对，对不对？对。好，那以金融业的这个部分的话来讲，我们事实上受到高度监理的情况，好，那我们对于就是说科技进入金融业的特别开放，好，那然后在沙盒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虽然对它高度监理，但是我们容许犯错。对，好，而且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要他免于受罚，那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有没有冲突？其实它发展应该是对立的，因为金融科技业它发展有一点点想取代这个原来的传统的功能。那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给他们一些就是说特别的条件跟特别的就是说待遇。当然，我们会认为在实验的，就是说阶段里面看它的，就是说的发展的情况嘛。好，在培育的，就是说过程里面看看它会长成什么样子。好，那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情况，好，就是说对原有的金融相关业务来讲的话，我们预期会有哪一些冲击跟影响？我想这个对金融业来说本身也是一个挑战了，哈。那有时候挑战就是一个转机，就是一个刺激，所以也会刺激他们改变。对对 对, 对。好，就是说好，这是好的。好，基本上是好的。就是说好的，公平，就是说，在其实有点不公平的竞争了。不是，但是其实我们台湾的金融业有一个优势了，哈，就是我们金融业的服务据点太多了，哈，而且服务的非常周到。
连这样不好吗？啊，据点很多，我服务的很周到，对，这样是很好，是不好的，这样是很好的，是啊、哦，但是不就比较容易安于现状，而且他只要重温受到法律保障的话，就不希望别的业进来，那这样也不好。可是光让科技业、哦、自己去充分的发展，那发展的结果好不好？譬如说大陆的例子，我们看到了嘛，哈、嗯，是这个都是我们事先要提防的。所以主委、嗯，那个是我们希望哈、嗯哦、正向好的情况，对，哈、哦、来做发展。对，但是哈、嗯哦，就是说我们预期，就您刚刚也举大陆的这样子的例子，嗯、对、哦。那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避免？来做就做掌控跟掌握，所以在经营管制的立场，就希望把两个业者不同的业者，甚至不仅两个几个业者结合在一起，让他们一方面金融机构能够协助他们在这个金融专业上给他们协助，哦，避免去走这个。不要的。好，这里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未来在这一个部分，建立沙河的这个业务上面，我们很重要的主管机关要扮演的责任跟角色，是对不对？好，对，就说这里面我们也既是一个培育者，好，我们也是一个监督管理的人，是，好，然后甚至于就是说我们会是一个裁判，对，我想那这里面的话，当然就是说以金融的业务来讲，好，我们。金管会来，一定没有问题。好，但是对于科技的这一个部分，我们的了解的程度，那然后专业的程度，我想请教主委，我们准备好了吗？我想是这样，应该这样说，他科技业就是发展的想发展的业务或者技术，跟金融业无关的，那就应该不是金管会的业务。应该有其他部位的业务，譬如说，但是他会透过这样子的方法，哎，就是说方式，不再是传统的金融 的通路，然后的方式来进行。是，那这里面的话，他到底就是说不可行，有没有办法？就是说这，然后特别重要的是，金融的这个部分之所以要高度的监管的这一个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好。本席请教，就是说主委，是我们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要保护消费者，是不是？是，所以他需要就是说高度的监理，不是我有资金、有本钱、我有通路，然后就可以做嘛？对对。那所以就是说，未来透过科技的，就是说管道、通路、方式、方法里面的话，可不可以保障就是说消费者？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当然今天的情况里面，其实。我们以我们的法律体例来讲，我们明知有可能有违反目前法规的事情，好，我们把它排除，好，我们把这个部分排除，就是说不罚，好，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的话，能不能相当程度，好，我们敢就讲，就是说绝对，好，相当的程度或者一定的程度里面，对未来的在这一个部分的消费者，金融消费者仍然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保障。这个因为对消费者的保护，现在已经有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嘛，好，那即使说在监理沙盒这个实施期间呢、啊，这个消费者的保护当然也要强调。然后等到实验可以来办理的时候。又回归到我们正常的法律了，那当然还是受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当然，我在想说，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好，我们准备好了，在这里面，如果我们运用现在资讯科技等等的，就是说方式跟手段，在从事就是说相关的金融业务，那在新的就是说通路、新的方法、新的作为底下的话，我们目前。的监理人员还是有办法，好，能够来确保消费者的权利，好，然后保障他们在金融的这一个部分的基本的就是说利益，我们跟权利的保障，我们相信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汪委员的所谓做好准备是，
假使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前提，一个基本的，就是说我们对所谓的就是说科技的这个部分，对，了解了不了解？好，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它可能产生的问题，可能产生的就是说影响。好，当然科技业传统的这个部分你们都可以。科技业它的想法做和想推出的计划，当然必须来向经管会做详细的报告。然后我们目前的想法应该要向社会大众说明，这是。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有难为跟矛盾的地方。好，当然我们如果过度的就是说掌控，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长出来。好，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昧着放任，好，或者是说掌控不足，不要到放任的地步，掌控不足的情况里面的话，它有可能危害到消费者的权利跟利益。啊，对，我们希望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如果今天无论就是说我们审查有没有就是说完成跟通过，那这个修法的方向，那然后立法有没有完成，你认为在金管会的这个部分都应该要做好相关的准备？这里面很重要，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然后，但是在这里面也要确保金融消费者的相关的利益跟权利。我们会继续努力。好，谢谢。我们现在会请邱泰元委员发言，请。主席，我有请主委，谢谢。主委好，请问主委，你有听过风险社会、风险社会这个名词吗？你的看法怎么样？我只能望文生义，但是是不是请委员指教一下，它真正的定义是什么？好，谢谢。现在的风险源自于科技的应用，很多的领域其实都是我们人类无法掌握嘛，所以核能安全、辐射、电磁波等等的，大概都是我们现代生活在高度依赖科技产品所隐藏着各种危险的因子啊，无所不在。所以我想要期待一个100%安全而无风险的社会，恐怕是很难的，所以要学习如何和风险来共存，那研究出一个三赢的局面呢，还是当务之急。那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在因为今天要谈的这个regulatory sandbox 这个部分比较属于社会制度方面的问题。是，那我从生物科技方面跟你说明，跟主委报告一下。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生物科技医疗的发展，我举三个例子，一个是比较我们可以抓出它的核心精神应该要注意在哪里。第一个，它新药的开发，这个对人类也很重要，对科技的发展很重要，对国家的存亡也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比较发展到人类生活品质的提升，包括美容医学的一个发展。那这个呢，在新药的开发当然有很多的 guideline SOP， 美容医学我们却用，因为我们跟不上时代，我们的脑筋可能跟不上时代哦，我们的公务机关可能跟不上时代，所以变成用限制特管办法来一直在管人家。那第三个就是偏远医疗的医疗不足，偏远医疗不足，那这个地方反而都鼓励不足，所以我觉得整个是不是步调没有办法跟随着时代的使命，是我们政府机关一定要去努力，包括我们当然立法院也有责任了，但这中间最重要就是说你在做跟风险社会里面，本席认为教育是最重要，怎么样掌握核心精神。像你用特管办法来管美容医学，等于把一个医师他从多年来的专业训练，把人家限制他的发展，这是很在我们站在医师成长的教育当中，我们是认为非常不应该的。那么，但是中间怎么样核心价值，让他真正能够以病人为本，以人为本，以大众的利益为依归，这个可能在做任何制度的改变都一直要去努力的。第二个当然要有适当的 guidelines， 第三个当然要有鼓励啦。你好物件伫遐，结果拢人拢唔知影，啊无鼓励吼，谁那年轻人哪里敢尝试啊？所以这个部分这三个那生物科技可能比较简单哦，要改社会制度，甚至所谓的金融，甚至人文方面的改变，恐怕是很难的，更高深的。
所以我们就回到今天的主金融监理沙盒这个事情。那我想那个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哈，也那个为了让新加坡的金融机构啦哈等等，在他哦，甚至 FinTech 新创者，他们让他们跟可以在沙盒内测试创新的成果，好，那豁免一些法规，其中有三个重点啦，一个是强调创新的价值，要有原创的点子哦。第二个，申请者必须把结果回馈在新加坡啦。第三个，要有具体的监理沙盒的时程，让申请者有所依循啦。那我想请教主委，我们现在草案授权监理沙盒订定的法规里面，是不是有包括这三个精神？我想事实上草案我们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真正拟出来。那我想您刚才也提示的这个新加坡这些创新要回馈，还有这个要有适当时程的问题，我们都一定会做这样的考量。是，所以可能一定要落实是那个创新的价值嘛，也不能用，比如旧科技它有什么新的应用都可以，那一定要回馈给国家社会嘛。是是。那第三个就是说，刚刚也提了很多的 guideline 这个部分，可能大概我们已经讨论这么多，我相信贵会一定有很好的一个打算，但是这个真的未来还是要去检讨来落实。那再请教一个主委一个问题，上周我有提到互助保险好像还是违法的事情，违规的事情，那请问一下，像 Uber、Airbnb 甚至区块链这个部分有没有违法，有没有属于创新的标准？这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李局长来说明？好，因为这个是民众都不太懂的事情。跟委员报告，因为上次其实也跟委员说明，就是我们保险法是规定说，没有经过保险的核准呢，非保险也不可以经营保险业务哦。那委员所提到的几项的部分，其实都需要去检视它的实质内容是不是属于保险哦。那刚刚讲到区块链的部分，那么在今天提到的这个监理沙盒里面，有关金融科技创新的部分，是可以来看看可不可以用这个区块链的部分来协助我们这个保险业的这个，比如说保单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开发或者一些。好，谢谢。我想要积极一点呢，其实连台湾大学都已经有成立区块链的大楼了，所以我想我们政府的脚步不能落后学术机构太多吧？有没有什么指教？这块是我们这块我们会在金融科技的创新这块，我们会积极来推动这一块来应用在保险业的部分。谢谢。是，所以你们被动要去接受申请嘛，没有下去辅导可能，或者去管理现存的一些可能是比较有疑问的，像 Uber 啦、Airbnb 这个相关的事情，相关的你们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变成未来是创新的一部分。跟委员报告，因为现在法规的框架里面，如果是在现在法规框架里面可以执行的部分，我们当然会尽量来协助。那如果是要突破，譬如说刚刚委员讲到有些要证照的部分或要专业许可的部分，如果法规没有修正的话，恐怕目前可能还没有办法执行。是，当然这中间就是平衡，怎么去平衡嘛？那个一定要冒风险，可是又不能损害到大众的利益嘛，所以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哈，监理沙盒制度有未来有没有可能扩展到金融业以外的领域，比如说医疗相关的领域，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行政院的在数位国家创新经济发展方案里面哈，其实五大创新的产业哈。這個、其实生技医药也是非常重要的啦，相关的有没有可能未来我们在监理沙盒的制度里面可以连接，当然旧的传统产业也不要打击他们的太严重嘛，那第二个就是连接到其他可能非金融不限金融业的一个宽广度。 我想各行各业它都会有这方面发展的可能。那以你说医药的话，他假使他们要创新的事情跟金融业无关的话，
那他本来就有一个系统在那边监理或者是服务啊。那不过他假使说现在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到医疗机构这个要付钱啊，要付钱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个需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金管会的立场就会协助这个业者和金融业者结合在一起。好，非常谢谢主委，我想我们应该提高高度，因为你看我们画出来，行政院画出来这个图多漂亮，我们四位国家创新经济里面包含那么的多，所以表示你非常一定要 open-minded， 然后很高的位置来看整个国家的发展，不能说我发展我的，另外一个部门发展，一定要随时互相结合，兄弟有当时要扶持一起前进呢。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那非常的好。那最后还是要提醒，我们主委这边呢，金融监理沙盒其实制度是在追求鼓励金融创新，既有的金融体系要稳定嘛，那另外就是普及性，增加普及性跟公平性，我想这个部分今天早上都谈得很多了，但是核心的价值还是在金融的普惠，这个部分普及就是跟同时要保护我们消费者了，那这个就是最重要，就是要促进大众福祉为依归，这本席一再强调建立要以人为本的社会，那当然很重要就是政府机关要积极开放来进行风险的监督，而不是非常的保守监理下然后再来开后门，我想这个观念很重要，就是要创造我们那个整个促进大众福祉为依归，是希望我们往这方面来努力，我们的立场跟委员指教的一样。好，那就非常谢谢。好，以上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请惠永泰会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在场的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哈。主席帮我请一下金管会的李主委。好，请李主委。副委员你好，李主委，今天早上有人请教过你啊，我们这个交易所的施俊吉啊，主委啊，就台股开三个药方，对，这个新闻你看了吗？我刚刚标题看了，知道他的内容。你支不支持他的三个药方？你刚才回答某一个委员说你支持，是不是？对啊，这三个药方事实上就是我们跟财政部协调的。对啊，这就是我想跟你讨论的哈。这三个药方等于没开跟没开是一样的，因为三个药方最后谁能够帮你们落实呢？谁能够帮你们落实？当然，这个还要。谁能帮你落实施俊吉开的旧台股三个药方？谁可以帮你落实？这个税制的问题当然要财政部支持。就是嘛，他开了三个药方，通通要财政部来做。小额投资免税又回到啊，把我的股利变成27万银行利息的，把股利回到利息的免税。检讨股利的税费，就是两税合一相关的事情。是，当冲交易降税，我们曾委员提了多次，很多委员复合，包括我，都议而不决。这三个药方，每一个药方都要财政部点头。在两天前啊，今天是啊，在礼拜一啊，就在这个场地，我问过。这个许部长跟你对不对？我说连一个小小的当冲你都做不了，其他的都是明年五月以后提的税改的内容，对不对？这个我毕竟所以说施俊吉讲的旧台股这三个药方啊，是挂在远远的，哦，一个人生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了，你要走到，你要用走的，走到100公里以外，你去看看那个药店里面有没有药。那怎么救呢？所以说这个讲的药吧，第一个是外行，
第二个呢，根本就不是个药房，因为这个药不在你的手上啊。这个你到了那个药房以后，那个药房告诉你，对不起哦，你要爬到5000公尺的高山上，可能看看有没有。这个叫药方吗？所以我是觉得哈，金管会所相关的系统现在看起来哈，包括你今天早上回答大家的金融沙盒等等的哈，我看你们金管会拿不出一点点方法。刚才黄国昌委员讲的，平常心讲啊，主委跟金管会的成员们，你们要听进去啊，你们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我再请教你一下啊。所以施俊吉啊，这三个药方开了跟没开是一样的。如果说今天是财政部开的药方，哎，那我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去把它完成嘛？结果你们开是财政部要去买单，那开跟不开，不，我跟你讲，你这个开不开啊？就我礼拜一很多人都已经讲过，包括我讲的很完整给你们听过。所以我是建议啊。要救股市啊，我不是在替某个人做宣传了、啊。曾铭宗在当主委的时候，一上来那三支箭，你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其实你们是可以参考的，那三支箭射出去都有声音，而且都射中标的物，会有感受嘛？不是去怪怪刘亦儒。开让财政部你去买单的这样子的药，这不叫做药方，好吧？我无意指责的意思，我只是跟你们讲说，要对症下药，而且要有你们的能力。光从税，我记得啊，我在引用，我们这个可能他王荣章又不太高兴、啊，引用王荣章讲的话，如果说用税来解决一个问题，代表这个政府是没有出息的。当然税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你不能以它为主力。你看三个药方通通就是以税嘛，那还有什么？不要他讲，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再回过来头来啊，谈谈今天的题目啊，这个监理沙盒哈、啊，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主委啊？你们不管金融监理沙盒或者金融现在2.0、3.0、4.0的。你们有多少的研发人员？可不可以回答我？你们有多少研发人员？我办公室有7位同仁，还有周边单位。你说多少？7位。哦，我们那个金融科技办公室是任务编组的，只有7位哈。7位。那当然还有其他单位，还有周边单位。还有哪些周边单位？你可不可以说给我听听看？像金融研训院。金融研训院。证交所。证交所。还有贵买，贵买还有呢，证监会应该有，啊，还有呢，那证企会，证监会，证监会，还有呢，反正金融业有关的这个相关的周边单位都有。你真的不熟了，赶快进入状况了。我随便讲讲都比你多很多很多了。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讲了这五个单位。开了多少研讨会？我们9月的时候开了15场。九月哪几个单位开了15场？好嘞，你不知道，你请他们回答也没有关系。来，这15场分别是由各业别的金融工会，还有刚刚所讲的。你一个讲给我听，我在考试啊，我现在在考试啊。对，包括银行工会。银行工会开几场？银行工会在9月的之间是开一场，然后那个保险工会一场，然后这个银行工会，然后刚刚讲的三个研训院、保发中心、证基会各一场，还有存保、财经、联卡、联征，这些都有。那都是关于金融监理沙盒吗？金融科技。那我都有上网去查过你们的资料哦，你不要给我胡扯哦。对，那个是叫做金融科技发展座谈会，那本会是在9月9号也开了一场。主委你听懂了吗？有写了多少的研究报告，或者委外的多少
研究报告。这当时都有会议记录，那我们总共有。我不要你会议记录，你们都是找些什么人来听的？我跟你讲哈，我前一阵子到新加坡去，我就在 Sands Hotel， 就是那个像船的那个 hotel， 下面就是他的会展中心，我去听了一场，是他们的金管局所办的。那我就问他们里面的人相关的人，他们每一个礼拜都在办，同时办，甚至办好几场。我们的人呢？剩下金管局，不管委托或自己直接下来办了。你们有研究报告吗？我跟你讲，像金融研训院，我去金融研训院了，它的主要功能是研究训练嘛。我在今年年初问过他们了，他们去年一整年又不研究又不训练，都在开课赚钱。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在生气啊，主委，我要请教你一下哈。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报告哈，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艾森哲公司？对不起，我不知道。有你们两位有没有人知道的？那个艾森哲，它是一个顾问公司。顾问公司，他在做什么事？他是一个会计顾问公司，同时他对金融科技也发展。他是 Arthur Andersen， 对，以前的，后来分出来，自己独立出来了。对，他们最近做一个研究哈，我跟你讲，我上网看你们相关那些单位，没有人做这样子的研究。他说未来的银行啊，会变成什么样的银行？我讲给你听啊，第一个就是现在的银行加上一些数位金融，就是例如啊，像网络转账，我们。今天我看报纸，那个有一个业者讲说，我们现在80%的交易都是用现金。我们这方面做的哈，比其他国家落后太多了。第二个是没有实体银行的数位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所以这什么意思啊？你听得懂听不懂？听得懂，好。算你听懂，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问你那么细的啊。告诉你，第三个一步一步来的哈，是电子商务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类似啊，像 Amazon 他们这样子的公司，都以后都是银行哦。第四个最可怕的，就是社群媒体提供的金融服务，像 FB， 像 Twitter。我们刚才讲的，平常讲二三四，你们有没有做这方面相关的研究？否则以后我们的银行会被 Amazon、被阿里巴巴、被 FB、被 Twitter 打得垮垮垮。我就上网去看看你们这，你刚才我是从今年啊，你们520执政以后，我来看这些东西，没有做过相关的研究，也没有做过相关的研讨会，真的不知道，哎。我真的跟语重心长的讲啊，要人没人，要方法没方法，真的很让人担心的。你们金管会应该是最专业、最有前瞻性的一个单位。诸位，自己跟你们的团队都要加油了，好吗？好，谢谢。下一位，请施一方社员质询。主席，请李主委。施委你好。主委好。今天是谈监理沙盒，那根据2015年的那个世界经济论坛里面，总共在未来的金融里面有包括了六大领域，从支付到保险到存贷到筹资到投资管理，然后市场资讯的供应。那相对的，在这一些功能里面，它的创新的项目也会从无现金的世界到保险的串联的装置等等，到新兴的一个平台之类的。那当然了，在很多国家都把这6个项目作为是核心跟拓展金融的业务。那请问一下，就是说在这个
六个领域里面哈，国内哈现存的国内跟世界的比较里面，我们的强项在哪里？那我们比较弱的地方在哪里？诸位，我们的强项其实就是有两方面，一个是科技啊，另外事实上是我们的这个金融服务业也很健全。那弱的地方呢？我们弱的地方，其他没有谈到的都是弱的吗？我们的监理好像比较严格一点。监理，好。那另外哈，我也去查阅了那个英国跟新加坡的那个监理沙盒的这个流程哈。那英国有总共有七个项目，那在这七个项目里面，它是比较严谨的哈，从监理沙盒的计划哈到评估，然后等等到试验哦，到下来有一个审查的报告等等哈这些。那我们看到说，英国在申请的项目里面哈，总共到目前为止经过查大概24项哈，那今年大概手中的一个项目应该会上路哈。那这24项里面哈，其中有3家的部分哈，是英国哈跟又跟民间哈，就是民间的那个业者哈合作推动的哈。那也就是说，换言之就是说，英国除了这个民间的业者以外，哈，还融入那个政府的协助，哈。那这一个部分，如那个英国，哈，也把那个 Visa 公司等作为他协作和协议合作的对象，哈。那请问一下主委，就是说目前，哈，目前在金管会里面有没有针对民间，哈，带入监理沙盒的部分，哈，做成那个议程的服务或合作？那个英国他。到现在为止，在申请的案大概有69个，那通过的就是在试验的，就是你讲的24个，好、嗯哦，所以这个申请和这个比例之间是不到1/3的、哦嗯、那至于刚才你提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定执法的时候要考虑的事情，就是也会融入到政府跟民间的合作。那这个部分就是说，会不会媒合，就是金融机构跟新创团队的部分呢、啊？这个部分会不会媒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要立法定监理沙盒的主要目的。那另外哈，另外再查那个新加坡的那个监理沙盒的流程哦。那新加坡就比较简单了，它只有3个程序。但是新加坡比较创新的一点就是说，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以前人家谈到的点子你都不可以再谈，你都不可以谈，完全不可以谈，而且会把你推荐，他不能够申请。那在市场哈，因为没有提过的，所以他鼓励的是创新，他不想跟英国一样追着英国跑，所以原创投资的模式会整个创新的模式会带进来哈，那也会改变现在的整个产业哈。那或者是说，因为原创的计划会投下整个震撼弹。那目前呢，哈，在金管会的部分，它会比向趋近于那个新加坡的模式，或者是英国的模式啊，诸位。大概两个的参数我们都要参考。哦，都会参考。对，所以都会融入进来哈。那还没有其他的构想？这样，虽然这件事是一个高度监理的事情，但是基本上我们希望以后。定出来的法规，我们是尽量用在服务和协助业者，啊，然后在保护消费者。那另外，本席也参考了那个国内哈 KPMG 的那个2016年的那个年度的研究 FinTech 的研究报告里面哈，他有提到就是多元化哦，多元化的那个主导的地位哈，就是颠覆者会去颠覆这个产业，就是创新者会占你领导的地位。比如说以前的那个柯达啦，或者是柯尼卡之类的，被数位所取代哈，类似这一种情形。所以未来的那个科技的创新哈，一定会作为主导的地位。但是在中国哈，他的报告里面有提到，中国现在目前是前段班哈，所以他弄了一个所谓的蚂蚁金服哈。请问一下，这个蚂蚁金服的这个故事哈，在台湾有没有可能发生？要不要？好。这个大概是支付的问题了、啊嗯、会不会发生？有没有允许后面的部分？应该 有可能啊。以后如果说他筹资的话，他可不可以贷款？贷款给其他需要的厂商？这个贷款当然要银行，最好他就是跟银行业合作
但是你这样，那你这样的话，金马那个蚂蚁金服就不可能了、啊。应该有互蒙其利的地方了。好，好，这个你我想本席提到了，你就研究研究吧。哦，是。那另外谈到的就是那个金融科技的那个专利的数量哈、哦。那从这个图表里面可以看到说，美国永远是世界第一的，所以它在这个金融科技的数量、专利的数量里面哈、哦，是全球第一。但是在从这个图表里面也看到说，日本大概是我国的20倍，那韩国也大概有11倍，那再下来中国也有10倍哈。那我想我们一直号称我们也是很创新的大国，那为什么在这个专利的领域里面哈，输人家多哈？诸位，那可能原因之一就是目前我们对这个金融是高度的这个建立。而且我们银行业啊，事实上，过去就是我刚才讲这个据点很多啊，服务很好，所以就反而本来是一个优势条件，就变成一个妨碍这方面发展的一个这个如何鼓励啊，或者是如何哈、哦，如何去推展呢、啊？那就是希望积极鼓励，把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好，那另外提到的一个部分哈、哦，就是令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目前为止哈，就是阿里巴巴跟腾讯的部分，他们也来台湾申请的专利，那这个专利合计大概900件左右哈，那获得台湾允许的部分，加起来大概也有300件左右。那在我国里面哈，申请的这一些专利哈，从2015的9件到2016的63件哈，那这个远远低于中国哈来台湾申请的这个数量哈，那我想请问的是说，阿里巴巴或者是腾讯这两个哈，这两个金融科技的发展哈，未来在台湾哈，可不可以直接发展？这个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就是对这个金融科技的发展，两岸采取的态度是不一样哈。那个大陆它是很开放，让你去产生各种问题，才针对各种问题来解决。那我们台湾一直就希望一开始就把它监管好，所以它的发展的速度就受到限制。那如果这样的话，对台湾后续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假使立法以后，那我们在定执法的时候会来考虑这个开放的问题。那当然，在今年的3月，主委还没有来金管会哈。那当然，金管会也发现了这一个问题，所以在今年的3月哈，他也有发文给全国的银行的工会哈，工会的公文，就是说，因应在中国在台湾哈申请的那个专利的部分哈，去带来的冲击。那这个部分哈，在过去哈，业者提出的策略的报告有没有提出来？你知道啊，你再说明。这个部分有关于这个金融科技的专利部分呢、啊，银行局这边有请银行工会去研议相关的配合措施。我想最终还是要鼓励业者、啊、积极做研发，然后申请我们一些国内的专利或是国际上的专利。那现在已经12页了哈，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策略已报告出来了没有？这个报告银行那个银行工会的报告已经出来了。那什么时候可以送到？上个月已经出来了。下个月？上个月上。啊，是出来还是下个月？你的答案？上个月已经出来了，而且跟我们会里面有讨论。是上个月还是下个月？上个月。上个月，那你这个报告可不可以送来办公室？好，可以。那此外哈，就是最后哈，作为我要提醒主委的一点，就是金管会未来的角色里面哈，他的提供的服务，他必须要去整合科技、整合金融、还有法律跟风险评估等等的专业的领域。那这个部分，主委认为如何？是，我们会往这方面来努力。哦，也要培训相当的人才、啊，然后这些让这些业者能够去打亚洲杯跟世界杯，这样好不好？是。好，谢谢。好，谢谢。报委会今天中午不休息，会议继续进行到本日议程结束为止。11:50，请工作人员发放便当，谢谢。下一位，请陈赖素梅委员质询。主席，我想请我们金管会的主委。马安主委。
陈赖委员你好。嗨，早。我在这里请教主委哈。金管会的职责与存在的精神是什么？请你告诉我。就是要做好金融监督管理。啊，金融监督管理嘛哈。对。那按照组织法第一条规定，行政院为健全金融机构业务经营，那么呢，维持金融稳定及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特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就是金管会最主要的职责是吗？是。啊，那金管会是比较站在防弊、保护交易市场安全，某程度来说，与创新破坏式的发展的金融科技，它是有相冲突的。但是呢，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也是金管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不能光只站在防弊的角度，对不对？对。好，请教主委，你本身对于金融科技发展的态度是抱持怎样的一个态度？我曾经讲过是积极开放。好，积极开放。那您认为金管会上下的同仁的态度都跟主委的一致吗？我的观察是一样的。好，主委。前阵子媒体报道，金管会对此次面对我们金融的那个业务采减法的策略，金管会更对外面表达哈，希望透过增订一条法律的条文，而不是大动七八部的法律，力拼今天能初审过关。对于这部分，主委对金管会的立场做一个说明。我想。我们会提这样的意见，事实上是这样的意见跟各位委员要提的法案所提的法条，事实上立场是一致的啊。那不过我们是从这个立法的精简啊来考量。这个第二个，它因为那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已经概括了所有金融业，那假使有金融科技要进来，我们只要在这个法去定出相关的规定。那就比较一体适用。好，主委，我刚刚听到你讲说跟我们立委的那个立场是一致的嘛，哈。那过去金管会总是用单位小、人员少、钱不够当理由嘛，哈。那么也造成很多的政策脚步都迟缓。我觉得金管会这次是有比过去稍微进步一点，可是本席还是觉得不够积极努力。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呢，我看到很多版本，很多的立委都很认真努力，可是呢。就像劳动部一样，一例一修当中，都是我们各个委员，包含我们各个政党提出的法案，可是我们的劳动部却没有提出任何的政策。我是觉得说这样子的话，让我们觉得哈，我们的内阁好像是属于被动的，不够积极的。您认为这样子是要改进的吗？当然这个是有四位委员先提起，然后很多委员都联署。那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事情应该有赶快因应，所以有跟我们对，所以呢，本席在这边期望我们金管会未来我们能够朝向比较积极正面的方式。那我想呢，金融监理沙盒就像小朋友的沙池，可以让小朋友在这沙池里面玩，也就是说可以允许业者在风险可控制的环境之下呢，尽量测试创新产品与服务。避免现有的法规限制、层层的限制或过度的监管扼杀了创意，也就是我们在今天要讨论的初衷。主委，您认同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好，那自从我们的网络、智慧手机与社群媒体大行其道之后，不少传统的业者也面临到他们的生存的一个也面临到他们的危机了哈。例如当初小黄司机想也没有想到会有网络轿车的 Uber 在抢生意。那么呢，在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余额宝目前用户已经达到了 2.95 亿户，是全球最多的用户基金。那么呢，更抢走了银行的基金的生意。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英国、新加坡，他们都已经订立了金融科技发展政策，并推出了金融监理沙盒，让金融科技的好点子无需经过机关层层的一个审视、严格的把关，就能尽速在一个受限制的场域当中测试创意，或者有新商业的模式产生。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主管机关对新科技是不是有识别的能力与容错力，主管机关不应该只是监理者，也是合作伙伴。那我想呢，请问主委，你可以告诉我们吗？
金管会如何提升识别能力与容错率？那么金管会如何不只是监理者，也成为业者的合作伙伴？当然，假设牵涉到北部会的业务，我们一定会请教北部会，请北其他部会来协助。另外，我们会请教专家学者以及这个实务上的业者一起来讨论。哦，会有一起来讨论。对，其实关于主委您的回复，我想金管会应该还有努力的空间，因为怎样子说呢？第三方支付业者在什么情况下属于经济部管辖？什么情况下属于金管会管辖？两个部分监管的程度差异在哪里？他们实质的实意在哪里？这样分开监督管理的模式，主委觉得合适吗？未来有打算怎样子的整合调整吗？我知道划分的一个原则是不是上市上柜？你再说一次。是上市上柜的。我刚刚问的题目是什么？第三方支付业者会在什么情况下属于经济部管辖？什么时候会在金管会管辖？我们未来这一个管辖的单位会不会因为两个和尚没水喝？我讲的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啊，你回答的好像不是我问的问题哦。跟委员报告，依照目前那个电支条例的规定哈，如果说是每天的那个量在十亿以下的话，是属于经济部的，因为那个超过十亿以上比较大型的，才属于我们那个专营的这个电子支付业者。那其他的就是属于经济部的第三方支付业者，所以这是两个在经济部登记是有两个不同的代号。可是现在只要一发生问题，我们都会找金管会。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好，所以呢，您回去好好的，做这方面的一个考量，跟我们的经济部赶快来讨论一下。接着要和主委讨论的是股权性质群众募资了哈，股权性质群众募资是金融科技的一种创新的应用。如果发起募资的公司想要向群众发起募资的时候的股份的时候，要受到我们证券交易法有价证券的规范。请教主委，股权性质群募资金这样子的是怎么样子的运作的？这个应该是私募资金的，这个好，而且我忘记这样说一下。这是属于私募金。报告委员，我们如果要公开募集，都需要受到证交法的规范。但是对于这个群众募资呢，我们特别有做一个排除。那目前它必须要在有两个平台，一个是在柜买中心的创柜版，那第二个是在我们券商的群众募资的平台。如果在这两个平台上面来做这个群众募资的话，它符合相关的规范，就不受到证交法的一个限制。现有的法规我看到哈，这个比较长了哈。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柜买中心证券商营经营股权性质群众募资管理办法对业者和投资者的规范跟限制，例如资本额、投资者可投资的金额是多少？你认为这些规范好理解吗？这个部分呢，就是如果券商的群募平台的话，它的募资的公司，它基本上是要中小型、非常微型的企业啦，所以我们规范是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的。那每一个，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微型企业，它在募资的时候呢，对投资人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就会规定说，每一个散户投资人呢，他每一个募资案呢是投资5万，然后呢，在一个平台一个年度不超过10万。主委，你认为一般创新的企业的负责人，他负得起这些成本吗？会啊。然后呢，你知道目前台湾有多少家完成募资案？让我告诉你，目前只有3家业者：第一金证券、元富证券以及创梦世纪。本期认为，相较于监理沙盒，虽然我们金管会这一个对于业务的执掌要多费一点心，另外呢，我想台湾当前还需要一个具有弹性，而能使监管者、金融业者与金融科技业者进行高度协商的一个监理标准制作环境与机制。也就是说，我认为应该协助主管机关降低因为所采取推动的
创新政策造成非预期负面结果而衍生的声望危险，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请金管会这个部分，我看到金管会这边好像也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熟悉，能够给我做一个之后会后的一个书面答复。那另外呢，我还有要请教的就是电子支付的问题，那以及时间上的问题哈。因为我觉得哈，金管会副主委郑茂郑正茂昨天提出2016创新论坛，那行动支付商机与未来，我就觉得说这个表示金管会订定的目标有没有2020年它定到要提高到52%，我觉得金管会你有这个信心吗？包委员，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努力的目标。可是我们看到央行的发展，还有我们资策会上面所讲的是截至去年仅有 4.8%， 国内消费者要使用行动支付，加上许多民众对于我们国内的行动支付很多还没有办法去了解的哈，所以我觉得到2020年能够达到52%，我觉得还很存有保有的一个看法哈。那我也希望说我们金管会这边哈，能够在这个方面多加努力好吗？现在已经30%了。现在已经30%。对。所以啊，你们金管会跟我们资策会的那个里面的里面的标准的那个内容就不大一样嘛。我们讲的是电子支付。电子支付哈。好，那我后面的会用书面哈，谢谢。好，下位请徐议员委员咨询。主席好，我邀请那个李主委。麻烦李主委。主委，上次跟你请教那个 FinTech 你说那是一颗鸡蛋，希望可以靠鸡蛋生出更多的鸡蛋出来，那谢谢你给我的指教，我特别到回乡下老家去看了鸡怎么生鸡蛋。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鸡蛋到底是真的鸡蛋，还是放在那边当好玩的当装饰品。主委请教你一下，政府要我们要搞这个 FinTech 嘛，那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哪一些在你的想法里面哪一些 FinTech 的项目应该被纳入这个新的这个沙盒规范，然后哪一些你觉得是有问题不应该被纳入。那就你所知目前新创业者需要的 FinTech 的帮助是什么？我想主要还是以电子支付为主，就这样。电子支付，好。那其他还有第三方，这些现在已经有了。现在是目前现在都已经有了，都已经电子支付法已经通过了。对啊，要 P2P 也可以。还有呢？那个区块链啊，或者生物辨识。还有呢？好，就是理财投资顾问用机器人。我看你这颗蛋可能是营养不太良哦，好像感觉不太知道里面有什么。那你金管会又要管制，然后又要发展金融科技，你会不会有裁判兼球员，然后自己 identity crisis 啊，那个自我认同混淆，你这怎么有办法搞定？不会的。那个金管会是一个监理单位嘛，那就是双方的业者要结合在一起，我们是站在协助的立场，所以不会裁判兼球员。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金融科技的项目，然后是跟金融是跟那个金管会管理的这个范畴是完完全全是有违背的，那金管会的态度是什么？那就是他要申请嘛，申请的时候是不合规定，当然也许我们会退回。那主委您知道其他国家的这个沙盒是怎么运作的吗？你在今天来这个今天我们要审这个法案，你自己有没有做一番研究？我有看一些资料。好，那请你跟我解释，像新加坡
他们的沙盒目前已经正式推出了，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需要几天的工作时程？那整个实行的状况是什么？他们好像是在21天可以完成。好，我这边有一个表哈，这个就是目前新加坡整个这个沙盒的实行的状况啊哈。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过这个法，你尽管会自己要有比较清楚的实施的办法和配套措施，好，然后不能够，因为这个今天一过之后，这对政府来说就是一个宣示。那我也很支持这个李主委您挺这个金融创新，但是这个表示所有的金融科技的这个新创就会动起来。那如果没有这些配套措施，那该怎么办？你们 ready 了吗？下一页。英国的怎么做？英国主委有研究过吗？英国也是提出申请嘛。提出申请，他还是有经过这个审议啊、哦，审议。那他们通常座位平均起来大概是要3-4天。嗯。好，那主委我再请教你一下哈、有关于除外责任啊。除了免除沙盒业者的法律责任外，是否对于承办官员的行政罚则这个部分也会做一并处理？那除非他是重大过失或是故意。那什么情况之下觉得会是类似相关的 重大过失？这一部分应该刑法就会有所规范了。那为什么现在金管会到现在没有自己的沙盒版本？因为这个事情从新政府上来之后，就一直总统有提出一个政策上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我知道那个金管会原来的态度是，不是想立法啊，觉得没有必要立法。他们我们原来推出一个领航计划，希望用领航计划来处理。那后来我们在研究的结果发现，光靠一个。因为领航计划是一个行政规章，它没有办法让这个在实验阶段的业者免除相关的特别法的这个刑事责任，所以一定要立法。那现在这个沙盒啊，假设我们通过的话，估计什么时候会开始启动？这个我们会很快的定相关的执法。那主委你也提到说希望今天就过一条嘛，哈，那这个是最低限度的一个，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说对法律上面的一个框架上面的一个讨论。是。那你认为只过一条是过哪一条？那对于其他的这个法案的部分，你是觉得他们不重要吗？还是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做他所提出来其他的配套措施？其实，几位立法委员提出来的法案和我们建议的哈、建议的这个立场和想法做法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后来在加以研究的结果，原来的提案呢、啊，这个要修的法太多了啊，有的要八个法律。有的要7个法律，那我们后来是发现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里面来增修一条就可以涵盖各种范围。那早上黄国昌委员提出来的这些，金管会的这些职权的问题，是不是今天你在通过这个法之前，你有办法去做一并的处理呢？先读。当然，通过以后我们会马上赶快提出来。哦，好，谢谢哈，谢谢。好，下一位，蒋乃新委员，蒋乃新委员，蒋委员委员不在，蒋万安委员，蒋万安委员，蒋万安委员不在，下一位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下一位廖不在，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李义林委员，李义林委员，李义林委员不在，陈廷威委员，陈廷威委员，陈廷威委员不在，钟孔照委员，钟孔照委员，钟孔照委员不在。麻烦请江永昌委员。
好，谢谢主席哦。啊，请金管会主委。麻烦请李主委。江委员你好。好，啊，主委，我在前次的这个质询当中有请教主委要回去做功课，有关于保险安利基金去追偿哈、哦、退场的保险机构。那不晓得后来主委回去、哦、有没有做更深刻的了解？现在的这个有关于刑事案件起诉的跟民事案件起诉的共有几件？那现在都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状况？是不是请我们李局长来说明一下？可以，可以。是跟委员报告哦。那因为这个安利基金部分目前大概有几件案子他们在处理中，那刑事案件大概有移送35件啊、哦。那移送的这个程序，有的是已经在有的在侦查中，有的起诉，有的不起诉，那也有人在判决当中。那民事的部分大概有31件啊、哦，那大概陆陆续续都是在安利基金有在进行一些诉追的这个这些动作。好，我要问一下哈、哦，我要问一下，你们去跟他求偿，那这一些国华产险、华山产险、国华人寿、国宝人寿、幸福人寿、长荣人寿，这些就是倒闭了，对不对？这些就是解散了。然后我们保险安利基金赔付，然后人家来接收接管，对吧？你们向谁求偿？是不是就向涉案的这些负责人？这部分的话，如果是那个安定基金有那个有赔 有责任的人，你要向他催偿。所以在你的刑事的这个移送案件里面嘛，哈。嗯。那为什么你们有3件没有列管到？跟委员报告，因为刑事跟民事不见得是完全一致的。不，现在都已经什么时候了？再加上我上一次的一个质询，到目前为止对你们的要求，你现在刑事案件侦办13件，已起诉13件，不起诉4件，牵结2件，还漏3件，这个你们不能丢给财政部啊，你们要主动去追踪啊。这个安定基金到底是谁来负责？他应该对负责人求偿，对相关有责任的。这一点我就看不出你们有很积极的作为啊。跟委员报告、哦、因为安利基金的安利基金是接管人或者是清理人，那他等于是这个机构的这个负责人。那有关刑事的部分，因为都是移送司法机关的侦办。但至少你们要了解进度，追踪到哪里嘛？怎么会调资料的时候说这3件你们无可置信？因为有的案子检调机关的侦办的结果，不见得会一定我们会拿到资料。连这3件是对谁跑哪里去，你自己也要知道啊，加强一下好不好？我用这个来讲了。 好，刑事案件我们会努力的去跟检调机关。因为你现在追偿啊，他公司已经解散倒闭赔付，然后被接管了、啊，所以一定是针对这些有刑责的人是你们求偿的一个对象嘛。好，现在讲民事求偿的部分哈、哦。好，总共啊，这个没问题，我们花了多少钱去赔付？总共303了哈，扣掉资产赔付了203亿。国宝跟幸福是303，对。好，其实这当中结果，我们在从民事诉追的当中，只有因为他公司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些公司的一个问题，所以最后只有大概将近130亿，我们去求偿，对不对？对，差不多。好，对，130亿，那现在打赢的有几件？现在诉讼有的。還在胜诉的大概5件、啊、总共有17亿多了哈，判我们赢了、啊。败诉的1件、啊、那败诉的那一件是5000万啊，结果你剩下还有113亿哈，还未定呢、啊、哈，还未定。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们给我的资料，包括我去追踪啊，203亿的赔付，结果我们可追偿的只有130亿。这130亿当中判胜诉的17亿当中，到目前为止才拿回208万。跟委员报告，因为诉追这个是属于不法人员的诉追，但是问题金融机构它的缺口，不见得都是这些不法人员所造成，有些是因为它外观客观的环境造成一些经营不善，所以我们追偿的部分是只针对它不法不当的部分，所以这两个的金额不一定会完全一致。总共可以追偿130亿，而不是203。好，这个我也来同意你们的话，但是已经打胜诉的17亿多，目前我们才拿回208万，结果啊，我们诉讼到现在所花的律师费是6000万啊。跟委员报告，因为
这个诉追部分，你这样子出去，你怎么对社会大众交代呢？我们对这个不法人员的追偿，我想都是很积极在追偿。但是这些不法的人员到等到进去追偿的时候，常常有些可能是证据的问题，或他财产的部分，其实是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就是去执行这个部分。但是我想这个部分在对不法人员追偿，代表我们政府介入之后一定会诉追到底。那至于最后的不是这个，你这样讲的话其实是太官话了啦。你可以具体的承诺啊，就我刚讲的203赔付，结果我们呢就是产出130，对不对？这才几成，这130打到现在才赢了诉讼17亿多，这17亿多结果才拿回208万，却花了6000万的律师费，后面还有113亿要追偿，请问那你律师费还要继续花下去吗？你的整体评估是怎么样？你是愈怕愈了急，还是你真的捍卫了我们这个国家跟人民的一个那个权利？因为站在如果这样子的话，不看到没有看到你有好的作为啊。这部分对于不法人员的这个追偿是一定要做的，所以加油好不好？这部分我们会督促，我们贯彻到底好不好？好，我们会督促安定基金再尽力来追偿。哦，这个我还会再继续追踪啊。好，就交于主委。一样是前次的质询哈，我有跟你讲，银行反洗钱的这个专职机构啦，你也答复我说哈，其实已经有去做监理局相关的了解统计。不管是国营或民营银行，他们都有设专职机构，只是规模大小了，他们的法遵成本。那在那个时候我就讲了，你们是定注意事项叫他这样做，我说要提升法阶的这个地位了，你们也会去说研究。那所以我就要继续探讨有关于亚太洗钱防治组织 APG， 他在2007年第二轮的评鉴的时候，把台湾未符合洗钱防治工作组织有40项，我们有40项，没有达到这个要求。重点，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40项现在都只剩下一项还没完成。哪一项？就立法了。就是要修那个洗钱防治法，针对那个国内的 PEP 的部分。我不止这一个是重点了哈，那洗钱防治法我也说了，现在如果路途正在展开，希望能够跟国际洗钱防治组织能够接轨，达他们的要求，免得对台湾有没有到时候嘿变成台湾也落入这个被他们认为是没有达到标准的国家。可是其中当中有一项叫做黑名单数据服务的一个建立，现在做到什么程度？都有买了，各银行都有去买，各银行都有买，到底是怎么买啊？这个提供黑名单的数据服务的，是国内、国外，还是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企业形态？国内、国外都有了。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是不是只有花钱了事？像兆丰分行因为被重罚，所以现在兆丰打算有没有花10亿的成本去在法尊当中的一个提升？我就要问你了，不是说有买就好了，你还要看一下。它到底是银行的规模，还是银行取得怎么样的数据服务，还是银行什么样的业务该买多少？这个必须要去确立啊！我讲了，因为不只是拿到一个黑名单的一个数据服务，它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第一个，要不要做系统分析？简单来讲，你拿到一个黑名单，这里面的账号如果在我们台湾国内的银行或国外的分行，他有汇款或相关的这个金融的这个金流的往来的时候会跳出来，我们就知道。可是你以为那些犯罪的人那么笨吗？他可能这个账号知道被列入之后，他很有可能怎么样用别的账号啊，所以他可能有他的之间的一些人脉或相关的关系，要去建立一个系统，要去建制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这个有做吗？这个只要虽然主委，资料库这个没做，我再继续再讲。那个黑名单它也会有一个风险的一个评估啦，也就是说，也许这个账号或这个人被列入黑名单，但是相对的，他有没有交易异常，或者说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可疑的一个事项，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是不是他的风险评估就要升高？这个有没有去做？这个我想也没有去做，这个本来就是银行的例行业务嘛，所以除了靠这个他黑名单资料库以外，他自己的内控内控和 KYC 要做好。
不是啊，你这样讲哈，真的我让我有一点失望了哈。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很快就要第三轮的评鉴了嘛，你觉得能过关吗？现在我们的银行可能只是做到去购买黑名单，购买这个数据服务，但是我们其他的部分没有再来加强好好做的话，你不要到最后我们去买黑名单，结果其实怎么样，我们绕路了，其实我们是被人家列为洗钱黑名单啊。你了解本席的意思？知道。所以 你回答一下。我们会 要求一直加强。不，你要怎么做？跟委员报告，目前呢，那个我们的银行业者其实针对这个风险评估的部分，目前也都已经在做，也在做自行的检查核，那也会委请外部的这个专家来协助他们，让他们自己本身的系统能够更加的这个在辨识的部分更加的精进，所以目前都有在做。我是说，你们不要觉得花钱买了黑名单的服务数据，你们包括高风险、包括误判的这个部分都要去做了。好，谢谢。下一位，请人民财委员质询。主席各位，粗略习惯，大家好。主席可否请李主委？好，请。李主委你好。罗委您好。我们看到这个 FinTech 啊、哦。这个科技金融、金融科技也好，现在开始如火如荼的推动了，那包括今天的我们修法的部分，好像没有看到行政院的版本哦。不晓得你对这个未来啊，金融科技啊，或者在网路上有很多的若干的衍生性的这个金融的服务啊，你的想法跟作为是怎么样？事实上，这个原来是。不想立法，但是我们看到立法委员这么积极在这立法，而且想到这没有立法，事实上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推动金融稍后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后来金管会就改变想法，觉得应该立法。那应该立法，我们知道这个很快立院就会审查这个案，在作为时间的考量之下，我们。这个草案完成以后是有送给行政院，然后是透过这个立法委员提案的方式来提出我们的看法。是，那行政院他自己本身的看法跟对这个新兴的这个项目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是辅导，那甚至是支持的呢还是反对的？行政院公开声明这个支持这个案。截至目前为止啊，现在的网络金融科技里面啊，它发展的情况大概规模多大？有几家业者参与？你所谓规模是指什么？规模，它的交易的金额或者未来市场发展的量大概是多少？因为事实上现在还没开始做，都还没有开始做，还没有，哦，还没有。那国外的部分大概情况是怎么样？大陆、英国、美国、日本，可以说明一下？他们当然有，哦。那个譬如说，这个英国，我看到的数据已经，到十一月底有69案的申请，那已经通过24个案都在正在试验中。那韩国？韩国的数据有手头没有？对不起，手头还没，韩国还没开始做吗？大陆呢？据我们的资料是还没有。大陆呢？大陆它本来就开放了，这个说起来有一点就是哈，在网络上哈，因为银行是特许的行业，结果在那边有一点哈，走比较方便之门呐，然后就开始开始来增设，那可能会有一些业务来推动了哈，但是我们看到诈骗的这个情况那么充斥，金管会要有什么的作为来防止以后这个网络上的金融犯罪？所以这个就是要立法纳入管理，这样才我们要处理上才有具体的法源根据。是网络无国界哦，那有很多的是从 IP， 它的都是在可能肯亚或者是在摩纳哥啊等等其他地方过来。那你这样子没有这个
国际的监理合作，你怎么样来做好这些管制？当然，国际的监理合作是有了、啊、跟哪一国？我们现在跟啊，好，好，你说。跟委员报告一下。请问哪一位？我资讯服务处是蔡处长吗？是啊，请说。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是说在行政院。有一个行政院自动安全汇报下面有一个这个网络防范诈欺的一个跨平台的会议，那这个会议是由内政部来负责主导，那刑事警察局来负责执行相关的，然后他 统筹了像包括法务部 NCC 金管会经济部等等的，那这个跨部会的打击犯罪跟这个防范诈欺的平台都有在跟一些相关的国际的组织在合作，所以你已经做好了准备，以后不会有诈骗在网络上出现。这个，因为这个诈骗这种事情呢、啊，事实上是很难说完全不存在，因为现在跨国性的这种诈骗的技术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想这个是永远都会同时存在。好，我想请教主委啊，那这个事情如果通过开始如火如荼图，是不是所有的业者都可以来申请？有没有门槛限制？是这样，大概原则上只要牵涉到金融监督管理的事情。都要来申请，那是申请规模的门槛是比照银行业呢，还是比照保险业，还是都没有限制？假使那个科技业者是没有门槛的，都没有门槛，他所以他只要一块钱就可以申请。他只要有一个计划，只要是看到计划内容，那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那我协助他跟金融业结合在一起。那这些公司要不要加入存保的范围里面？监理沙盒部分是不需要的。现在比特币已经国际很多地方开始使用，嗯、比特币在台湾可不可以用？大概在实务上是有了，但是它还应该还不是一个法定的货币，这是不是？那它以后交易的金额是只有新台币吗？这部分是请中央银行来。好，请央行。好，请杨副总裁啊，副总裁，我们都知，副总裁你好，我们知道这个银行都特许行业了哈，那事实上，如果从网络的发展哈，那它变成就是直接在网络上开银行，做很多金融相关的服务。那央行的立场是如何？因为货币的发行是由央行来负责，未来如果雨后春笋，在网络上有很多类银行的这个服务业产生呐、啊，那。这些分际，你们怎么样来约制？怎么样来管理？刚刚我刚刚那个刚刚罗委员是在讲比特币的问题吧？哈，是不是？啊，我是不是针对比特币的这个问题来？你先说明这个。对，那比特币呢？基本上，比特币目前呢、啊，我们因为比特币它不是货币，这是第一点。比特币呢，这种是一个我们把它认定它是一个商品。哦，那这个商品呢，因为这个第一个。这个投资人呢，如果投资这个商品，这当然他可以投资，但是问题我们跟金管会有联合来来呼吁我们的投资者，对于这种金融商对于这种商品的投资呢要小心，因为呢它的波动幅度很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比特币的这种商品呢，它很容易作为那个洗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基于这一点呢，我们也认为就是说，投资者要呼吁投资者要小心这个商品。比特币是商品，商品跟点数啊，跟货币的概念啊，已经是越来越模糊了。是没错。以前买东西只有现金可以买，对了。现在点数或者是积分，我可以去换东西，这个跟以前观念不一样了。但是呢，那换言之，只要点数一多，它已经取代了货币的功能了。对了，但是呢。它点数呢，基本上它的基础呢还是货币。那我不认为就是说像这种呢，它可以来取代一个国家的货币。当比特币啊，它的势力强过台币的时候，以后大家弃台币，不要台币，我宁可拿比特币，可能比台币好用。因为台湾存在的两岸的这个军事威胁，也许可能跟以前一万块、四万换一块啊。那这个我认为呢，它既然它不是法定货币的时候，它不是 legal tender 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好，那以后这些刚刚讲的这些店家要不要加入存保的约制？哪些刚刚讲的这些网络上的这些相关金融的行业，
服务的行业。如果说你说点数嘛，假设我把我一生的积蓄全部都换成比特币，我想呢，就因为比特币未来我在台湾，我可能不要用台币啦。对，我去超商，我去甚至那个夜市，币一下我都可以用啦。我干嘛拿台币呢？我想呢，我们存保存在的主要的的精神是在于，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存款者，存款者。所以呢，定义还是在存款者。所以呢，他这种去买这个比特币，他是买商品，他是投资者啊，这个不是属于存保。吴总裁，这就是一个认定的问题啊。过去欧盟啊，后来变成 Euro， 我也不见得我是拿法郎啊，我法郎不要，我拿 Euro 啊。一开始觉得是一个类似钱币的一个商品啊，可是未来你也难保。整个亚洲地区不会有亚元啊！对了，有亚元以后我就不需要台币了。包委员是这个，我同意。就是说 ，Euro 原先是只有一个概念。对啊。但是呢，到最后呢，它是由一个中央银行它所发行的一个 legal tender，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货币。它是从一个概念变成一个货币。好，时间关系啊，我还是提醒，就是这个时代在变化。好，但是货币发行是央行的。职权，好，有没有若干的影响？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啊，最近外资是不是不断的持续的汇出，让我们整个外汇存底啊不断的降低，是什么原因？现在大概汇出的情况如何？十一月跟十二月呢，到目前是汇出没有错，但是整体来讲，从今年初到现在呢，还是净流入的。是为什么这两个月汇出特别明显？大概多少的量？这个呢，当然了，我想呢，跟这个第一个就是跟川普的当选也有关系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 capital outflow 呢，而且第二个就是说美国在十二月的时候呢会升息，这个事件也有关系。美国会升息是确定的吗？这个市场呢已经是反映了。认定了就是说是很高的几率它会升息，那升息是几码？那以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大概是一码。一码，是的，会逐步的升起，对不对？是。好，谢谢。好，谢谢陆委员的咨询报告委员会我们登记的委员都全部咨询完毕那钟孔照委员刚才跳过去，我们就按惯例给他五分钟，好不好？好，感谢主席给我这个机会，时间不抽，那我就请，主委，主委请，主委，庄委你好，大家好，太卡货了哈，我想问主委，我想早上这么多的委员对于监理沙盒的一个机制，我相信主委也非常了解相关的沙盒所带来的一个经济效益但是我想关心的是。这个效益的推动下，对劳工有什么益处？这个运作以后，只要科技业也好，这个银行业也好，在里面有获利，那当然最后会回馈到劳工身上。所以它在推动力的益处，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防止人才的外流增加劳工的一个就业率。能够推动金融科技刺激经济，也获得金融的一个主导权。对。那另外就是减少企业上市的一个成本跟时间，对不对？对。这就是我们在推动的过程当中。那我也想请问一下诸位，你知不知道顾嘉琪这个人？我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人。这个暂停一下哈，报告委员会我们请尊重，我们要。这个会议正式的进行了，请要讲话的话，请到外面去，好不好？因为一直你们在这里讲话讲太大声，就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答询，对于我们中国人不公平。来，请继续。好，谢谢主席诸位，顾嘉琪其实当时他是在一个金融科技创业，那也是众诚国际股份有限的创办人，你知道吗？当时在台湾申请国华基金创业天使计划，被理由是因为创新不足、市场不够，被拒绝。但是新加坡相中他，
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去年在亚洲地区全国36个城市的竞赛当中，它脱颖而出。那么对于这种屡次措施优秀的一些的初创，台湾又将有多少的人才因此而流失？对于台湾的这些的劳工朋友，又减少了多少就业的机会？所以诸位，全世界国家都在推动监理沙盒，我想愿意接受顾嘉琪的新加坡也是其中之一。各国的做法跟它的优势，其实跟台湾的体制跟本质不太一样。我想也听听诸位，你认为台湾现在目前的做法要怎么样更能够精进？你不能说欧洲有一套，澳洲有一套，新加坡有一套，那中国也有一套，那我们台湾是跟着他们，还是说我们有另外新的想法、新的创意、新的管理的机制？那个顾嘉琪这个案，当然现在看起来是个遗憾了。那我们过去就是没有这种机制嘛，让他可以这个顺利的来做一些试验。那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要积极把这个金融沙盒的机制赶快把它建立起来。所以金融沙盒具备的优势就是金管会介入督导，可以有效管控劳方也好，也可以使资方更易受益经营权，也就是说劳方获得更高的信誉跟秩序。你知道这些初创者其实基本上他是好地感公斤也是劳工的身份了。那新创的结果不如预期，不会存有触动法律的一个责任嘛，让初创者不会受到阻碍跟压力，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优势嘛，是吗？对，这个对人才的培养和产业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主委，最后我想问你的，在整个的各国的优势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的新创朋友有没有一个想法或者概念怎么协助帮助他们？那这个机制就是让他们有一个试验的场所嘛，合法的试验场所，那他后面可能会沾惹上的这个法律责任那成功了以后他就回到正常的。如果在新创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优惠的一个条件？有没有这个机制？这个有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金管会的立场就是希望结合这些创新业者和金融业者好。其实创新业者主委，他可能新创这一家公司之后，他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他可能卖掉，然后他又再组成另外一个新的，因为他拿到更大的资金。他又去做更大的创新的一个事业，透过这种的循环的经济，那其实他可以做出更多的对台湾更多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我们一直在推的所谓的监理沙盒。对，所以对于这些，因为他可能要募资要资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在他朝初创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的优惠，或者说3年内给他所谓的营业税的减免，或者说2年后他的所得税给他的一个减免，有没有这种减免的一些的一个制度？最后2年或者3年之后，当然企业都是要回归到公司化里面去了。对，有没有这种机制？其实这个机制不必在监理沙盒这个机制里面来动嘛。那现在我们国家对这方面本来就有它的法律和它的既有的机制在运行的。所以最后我还是做一个总结，因为主席已经站起来了。我想感谢主席给我这个时间，也特别我刚看了你特别给我延长了2分钟再一次谢谢主席。我想台湾还是属于成文法规的一个国家，但是机制上的弹性太少，相对于其他的国家在发展。我们所谓的监理沙盒其实已经形成，所以台湾更需要积极的跟进。最后我再次做一个提醒，台湾的金融的规划的过程当中，请主委多多考虑劳工，希望能够帮助劳工创造更多就业工作的机会。谢谢主席。好，谢谢，谢谢主席。
好，谢谢这个中委员的质询。报告本会，本次会议的报告及询答全部结束。那么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金管会在一个礼拜以内以书面答复。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的委员。委员余婉如所提的金融科技业者相关意见的资料，一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那么要报告本会，我们现在呢就审查讨论事项及处理提案。那么我们顺序上有点变动，因为等一下念要念很久，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念临时提案，然后就两案临时提案比较简单，先处理完毕以后，我们再来处理法案。好，来，请念临时提案。临时提案第一案，鉴于中央银行为外汇业务主管机关，对不当销售 TRF 商品之银行，且未积极处理客诉案件者，请中央银行暂缓核准其相关业务申请。提案委员曾明忠、吴炳瑞，联署委员赖世宝、卢秀燕、费宏泰、罗明才。第二案，为带动上市贵公司加薪良性循环，解决目前严重低薪问题，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督导证交所及柜买中心于三个月内公布上市柜公司之平均薪资水准或平均福利前五十名及后五十名（括弧可去识别化排序名单），贝利解决低薪问题。提案委员曾明忠、联署委员卢秀燕、赖世宝、费宏泰、罗明才等。宣读完毕。好，那个金管会有意见可以吗？来，你们要修正的话，修正的一条文给我，来拿下。第一案，好，那是第二案，来，第一案央文可以吗？央文这里，那个杨副总裁，第一案可以吗？啊？要，那我们第二案我们先你们赶快讨论，我们第二案。各位，第二案啊，那个金管会建议哦，在第四行加两个字了，于三个月内研议公布，可以吗？不要了，研议就不用了啦，我想不用了，不然时间给你拉长一点啦，五个月了，可以吗？好，五个月了，好，五个月，改成五个月了。啊？你去讲一下吧，来来，那个曾委员。曾委，你来讲一下，他说有去识别化的问题，你要什么样？来来来，先。哦，不是，只有后五十名，因为前面要奖励。后五十名去识别化了。后五十名，前五十名是要鼓掌的，所以不要给他。对，前面呢，大家好事你就公布他了。因为那个公布出来，因为这个福利费用哈，它是含那个董监酬劳、认股权、退休金、健劳健保。那其实公布出来，其实是有一些公司有来反映说，这样是造成员工的困扰，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要比较审慎一点啊。那你就公布平均薪资。他就是平均薪资而已。他是一个平均，因为他就是把所有的平均福利费用加总起来。那你就把那个平均薪资划，平均福利划掉吧，你就公布平均薪资，平均福利划掉好了，好吧？好。那我们会觉得平均福利比较能够代表一个企业它的。你奇怪，你又要奇怪，好吧？那就公布要不要了？平均薪资水准好了。不是了，那个曾委员。还是让我们演绎一下了，交给那个主委不用演绎了。其实我任内的时候就想公布了，那我要当金管，我现在要当委员了，已经公布了。今年我的公布我没什么后遗症啊，不是我的办公室哦，没人抗议啊。来，我做个简单看各位委员可不可以接受了哈、哦，把三个月改成六个月了，其中就包括演绎的啦。演绎不啊，如果真的有问题，你们真的有问题，你们拿出一个数字，比如说。你们做设备做什么的拿出来拿过来，我们再来修正这个，再修改了，好不好？用这样的方式了啊、哦。其实啊、哦，我们就改成六个月了。好，因为什么？这个都是公开的资讯啊。哎，好，没有加任何新的资讯，都是公开资讯，只是您把它。而且政委也提得很客气嘛，他叫平均薪资水准或平均福利嘛，或嘛，哎 ，or 不是 and 嘛，不是 and 嘛，对不对？啊、哦，我们就通过了啊、哦。六个月改成三个月，改成六个月啊、哦，通过。通过。好，关于央行这一个案子啊，
也是曾委员跟吴秉睿委员领衔提案的哈。那他，我把它念一遍好了哈。他改几个字，我重把它念完，因为字没有多少。鉴于央行为外汇业务主管机关，对不当销售 TRF 商品，经金管会处分之银行，且未积极处理客诉案件者，请央行配合暂缓核准其相关业务申请是否有当，敬请公决。他已经改成这样子了啊。好，我们就修正通过。好，报告委员会，我们临时提案已经处理完了啊。我们现在就正式要审这个案子，那因为要念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包括就念的那个我们的同仁比较辛苦一点啊。那各位委员，如果你要公忙的话，忙没有关系，要吃饭干什么哈？各位，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念，然后一个小时。